时间已到，请主席宣布开会。上午会议现在开始。今天上午议程由县府警察局消防局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首先请警察局廖局长上台工作报告。会长、各位议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青红贵会第十八届第四次定期大会，每年在此谨致祝贺之意。本局承蒙贵会长期鼎力支持与协助，使得各项警政工作得以顺利推展。在此，仅代表全体同仁表示由衷的谢意。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本局内外勤单位主管，副局长林宪立先生。副局长陈东成先生，主任秘书许峰统先生，督察长江东成先生，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王志宏先生，保安警察队队长刘金元先生，交通警察队队长黄真章先生，少年警察队队长曾凡忠先生，妇幼警察队队长宋冰静先生，花莲分局分局长吕芳典先生，吉安分局分局长何正光先生，新城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先生，凤林分局分局长杨丰明先生，玉里分局分局长钟德勋先生，行政科长陈明顺先生，保安科长陈信成先生，训练科长赖静喜先生，外事科长林佳丽女士，后勤科长吴家来先生，保防科长肖敏成先生，防治科长陈志雄先生，建设科长黄梦龙先生，警务指挥中心主任温俊明先生，公共关系科科长张世林先生，秘书科长王张龙新先生，资讯科科长严东胜先生，法制科科长黄宗贤先生，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杨忠浩先生，人事室主任田嘉欣先生，政风室主任赖英杰先生，会计室主任陈惠美女士。其次，我本就这一次的会期，也就是从四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为止，我们本局重要的施政成果以及未来警政的工作重点，向各位议员提出报告。首先是重要施政成果的部分，我们的治安状况，在全班刑案的部分，本期发生2648件，破获2432件，相较去年同期发生数减少226件，破获率提升9.9%。暴力案件的部分发生16件，破获16
19件，破获率是 118.75%， 相较去年同期发生数减少18件，破获率上升 18.75%。各项案件发生都是呈现下降的趋势，显见本局在预防犯罪作为上所做的努力已经看到成效，本县整体治安状况是趋势是平稳的。另外本县在今年第一季警政署全国各县市整体治安满意度的调查当中所获得的满意度是 84.34%， 经评列为全国第三名，仅次于澎湖县以及台东县。在执行减速窃盗工作的部分，本期全班窃盗发生417件，破获339件。在各类窃盗案件发生，除了机车窃盗破获率有微幅下降之外，其他的汽车窃盗、普通窃盗都是呈现破获率上升的情形。在减速非法枪械的部分，本期查获改造手枪27支，其他枪支13支，相较去年同期都是增加。扫荡毒品工作的部分，毒品是犯罪的根源，必须要彻底的扫除。那本局的刑警大队在今年的八月份也在本辖查获民众栽种大麻以及相关的工具。另外，本局新城分局在上个月也因为拦查从他辖进入本辖的车辆，查获第二级毒品571.5公克，这是今年度以来查获的最大量。在扫荡毒品工作成效的部分，本期第一级毒品查获86件，348.02公克；第二级毒品查获491件，1561.21公克；第三级毒品是查获21件，193.08公克。从这个查获的数量可以看得出来，第二级毒品的查获数是明显的增加。在减速帮派组合的部分，近年来不时发生街头暴力事件，本局针对公开滋事、蓄意挑衅公权力的这个帮派活动，我们循着三打策略，也就是重点打击、连坐减速、断绝金源，并且成立扫黑专责小组。本期扫黑的成效，致命专案首要对象有两人，共犯13人，减速黑道帮派查获毒品案有75件，75人，其他各类的刑案有87件，95人，相较去年同期增加76件，81人。在执行反诈欺反诈骗工作的部分，本期诈欺案件发生145件，破获93件，发生数跟去年相较减少130件，是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显见本局在防治诈欺的工作已经见到成效。在反诈骗工作的部分，也持续与辖内的金融机构、超商合作实施关怀提问。当金融机构或者是超商发现民众有异常的提汇款、购买游戏点数或者是解除分期付款，会立即通知我们辖区的派出所派员到现场关怀提问。本期金融机构拦阻诈骗一件，拦阻金额428,000元，同时本期也破获集团性的诈欺有3件，27人。在查缉高利贷放工作的部分，本期查获4件，12人。查缉破获国土的专案，本期查获盗伐林木3件，9人；盗采砂石1件，1人；盗垦林地有6件，7人。在取缔赌博性电子游戏场所的部分，本期查获1件，42台。另外，上个礼拜我们也在本辖的国联五路查获赌博性电动玩具653台，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赌博性的电动玩具。在查处妨害风俗行为的部分，本期查获17件，46人。执行逃捕逃犯工作，本期查获456人。这项工作在今年的上半年已经经警政署评核列为第一等地。执行占风水师防窃咨询工作的部分，本期执行发生私窃户35户，非私窃户的咨询有1812户。在执行犯罪预防宣导，配合本县相关的活动，执行犯罪预防宣导38场次，警察广播电台宣导有10场次，本辖各乡镇社区座谈会有47场次。落实刑事科学办案的部分，现场勘查有272件，比重嫌犯有15人。本期因为现场勘查破获重大刑案有2件，另外 DNA 建档的部分，本今年上半年执行率是100%，也获得警政署评比为特优的单位。第二个部分是维护交通安全顺畅，首先是防治交通事故的作为。我们分析本期 A1A 发生事故是23件，25人，较去年同期发生数增加6件，死亡人数增加5人。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以未依规定让车、未注意车前状态，以及
酒醉驾车、疲劳患病驾驶、违规超车、左转弯未依规定、违反号志未依规定行走行人穿越道等。如果我们依照骑乘机车或者是老人酒醉驾车来做分类，机车的部分 A1 类发生16件16人，被去年同期增加4件4人，老人发生 A1 类事故是11件12人，较去年同期增加5件5人。酒后驾车的部分发生6件6人，较去年同期增加2件2人。学生的部分发生1件1人，较去年同期无增减。我们从这个事故的发生统计当中，我们发现本县65岁的以上的老人发生车祸的比例非常的严重，机车族的部分也是比较严重的族群，因此我们会针对这两个族群来做宣导防治。防治事故作为的部分，本局的各项执法的作为都是为了要降低交通事故以及维护交通安全。而我们分析交通事故的原因，有人为疏失跟用路人违规为最主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希望能够主要放在矫治驾驶人的行为为主。因此我们在交通管理政策的手段上，我们非常重视交通教育，也针对重点的违规项目来加强举发。那针对辖内有发生重大的 A1 类交通事故，我们会要求分局长率交通组长、侦查队长以及所长到现场会勘了解，研判主要的肇事的原因，研提防治措施，针对容易发生肇事的路段来加强巡逻的密度。另外针对每一个交通事故，我们都会分析它的肇事的行为，通报相关单位来做加强取缔。对于号志号事或者是工程的部分，我们如果发现缺失，也会主动通报工程单位来尽速改善。在宣导的部分，我们也善用地方的这个资源来强化交通安全的宣导。那另外我们也要求各单位加强使用手持式的测速枪，希望以拦检的方式来提高见警率。在加强重点违规交通执法的部分我们一般的轻微的违规，我们都希望是以劝导为主。那本期各类重大交通违规的取缔总件数是60404件，取缔的项目分别有酒后驾车、超载、无照驾驶、超速、闯红灯、双黄线超车回转以及其他违规等。轻微违规劝导有518件。在加强便民服务措施的部分这个是陈贵惠议员建议加强的便民服务措施针对酒后驾车行为人，在假日的前一天或假日当中，在本县内因为酒后驾车经过取缔可以在假日期间可以到我们的本局交通队或者是玉里分局缴纳罚款来领回保管的车辆。本期代收酒后驾车的罚款有4件。交通事故网络申请的部分，我们开放网络申请之后，本期受理的件数是363件，较去年同期增加114件。另外为了服务南区的计程车司机经过贵会建议，在双月的第四周的星期五派员到玉里分局办理职业登记证、换领验证等。那这项工作从103年2月实施到现在，也获得南区计程车司机的好评。以上3项工作因为民众的好评，所以我们会持续来加强推动。在加强交通管制疏导的部分有关于市区交通尖峰时段，或者是地假日重点假日，或者是我们有重要的观光活动、艺文活动等，我们都会派员来加强交通疏导管制。本期动用警民力来交通疏导管制，总共是7477人次。在加强交通安全宣导的部分，本期在办理机关学校部分有51场次，在运用新闻媒体宣导的部分是46场次。另外我们也持续针对市区的重点的这个尖峰的这个时段，我们来配合做交通疏导之外，也分阶段配合交通安全的工程以及执法的作为，来提升交通的安全。那有关于这个民众酒后驾车，为了要让民众不要再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因此我们也清查最近5年内遭受酒驾违规取缔2次以上的民众，目前统计有2763人，借由劝导与居家关怀，由各个分局的正副所长前往再犯者住处宣导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这个行为。第三是落实保护妇幼安全，在家庭暴力案件的部分，本期受理444件，比去年同期增加76件。性侵案件的部分，本期发生122件，较去年同期增加9件，但是这122件到目前为止都已经破获。贞处儿少性交易的案件，本期查获21件。
妇幼安全宣导本期办理巡回宣导五场次，儿少保护机构宣导一场次，大型的宣导活动有16场次。那为了保护儿童，我们也持续办理高风险家庭的筛选以及通报作业，本期通报高风险家庭11件。在防处少年犯罪的部分，本期的少年犯罪全班刑案总共查获126人，较去年增加4人。在少年事件防处与校园的安全，本期的执行的绩效，协寻中辍生35名，查获少年私用毒品16件，16人，查缉转让毒品给少年私用有12件，12人，吸收少年参加不良帮派组织1件，1人，将涉及毒品学生通报教育单位有11件，11人。宣导以及预防防矫治重点工作的部分，本期列管的少年是99名。那我们也采取查访与辅导并重，本期总共查访105人次。在加强取缔不良场所工作的部分，本期总共实施14次的这个专案，劝导登记有98人。另外，我们积极防治帮派霸凌以及毒品进入校园，本期查获少年加入不良帮派组织1人，毒品案有16人。在精进校园访视作为的部分，本期总共执行校园访视有36次。在强化社区防卫能力的部分，民力主训与辅导的运用，我们每半年会办理针对义警、三警、巡守队以及义交的常年训练，同时每一年办理民防常训1次。那每一次本期我们动用的民力来协助维护治安是36638人次。那本局目前社区守望相助巡守队目前有44队1810人，本期协助查获各类刑案15件，为民服务有19件。在持续建制路口监录系统的部分，我们来自中央的一般性补助款，总共经费是280万元。我们汰换的老旧系统12处，48支镜头。另外，贵会的补助款总共1488万余元，总共建置145处，11组，319支镜头。那这个监视器对我们治安防治的注意非常的大，在此也再度表示由衷的感谢各位议员的支持。在路口监视器来提供我们作为犯罪的侦查，我们本期原警因为调阅监视器而破案的有175件，226人。在监视器的妥善率的部分，我们会定期的招商来做检视以及维护，目前的维持妥善率都是维持在97%左右。在各类枪爆弹药刀械列管的部分，本期列管自卫枪支1555支，刀械的部分有124支。那我们都是由勤区的警员来依规定查访，掌握这个使用的一个动态。在提升服务效能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精进服务态度，因此持续推动单一窗口作业以及受理报案全程录音录影，要加强要求所属的员警受理报案的态度以及观念，本期督导有441班次。在加强员警电话礼貌的部分，我们采取不定期的侦测，本期侦测360人次。激励员警士气的部分，我们也持续办理各项文刊竞赛活动，例如像参加警察节桌球锦标赛，以及本府的龙舟锦标赛，以及花莲县税务杯篮球赛等等，都获得相当好的成绩。对于员警有因公伤残，我们都依规定来办理慰问，同时也遴选表扬好人好事的事迹，总共有20件，29人。在关怀弱势族群的部分，本县因为辖区辽阔，因此必须要这个积极的关怀我们弱势的这个族群。本期办理马上关怀急难救助专案，通报了373件，获得的这个核发的金额是3236800元。另外，我们依照社会救助通报所做的这个关怀转介，本期是373人。另外，我们有感于我们本县多属于山地及偏乡，需要援助的民众比较多，因此我们也调查辖内的慈善的资源能够主动提供相关的个人或者是团体的一个资源，总共有11个。那另外，我们也通报财团法人张荣发慈善基金会总共有71件，获得援助的金额是新台币25万元。在每年的三大节日的前夕，都由本局率同各分局针对辖区弱势实施家庭关怀访视，来慰问家庭长者，本期慰问长者有100名。在失踪人口查查管理的部分，本期受理失踪人口206件，查获217件，包含查获他辖的案件。在推动台湾社区
六星计划的部分，我们由各分局以及辖区的这个派出所着重在反诈骗、反窃盗、防窃盗、家暴的宣导等等，本期总共办理76场次。在处理涉案案件以及核发警察刑事记录证明的部分，本期总共核发警察刑事记录证明1631件，查获行踪不明外籍劳工11人以及国人非法聘雇外劳总共有一件一人。在改善办公厅舍、充实警用装备的部分，本期汰换警用汽车有20辆，警用机车有46辆。厅舍整修补强的部分，本局执行的有凤林分局厅舍耐震补强的整修工程，水莲派出所厅舍整修工程，以及本局保安机动大楼旁停车用地的整建的工程，目前都已经完成。在落实远景考核的部分，我们本期办理奖励有18843人次，惩处有221人次。任免迁调的部分都是依照警察人员升迁办法，以符合公正公平的原则来做调任。本期他县市调入本辖有8人，本期升职的同仁有10个人。在福利的部分，我们也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本期退休以及这个服务人员一件，以及发放照护退休金。退照护金有297人次，新台币63万元整。在金石远景教育训练的部分，我们分别办理技常训以及学科测验、体技测验。那体技测验的部分是每个月集中在射击以及体技训练。那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参测的远景有4240人次。那同时呢，这一项工作在今年的五月份也获得警政署在手枪射击成果验收的部分获得乙组团体成绩第一名。促进警察公共关系的部分，我们希望积极的推展警政的媒体的行销，主动发布新闻577件，同时我们也经营脸书的粉丝团，总共有9个，及时传达治安、交通以及服务的一个讯息。那本局在各项的重要工作的成果，在今年的上半年比较显著的成果，分别有查捕逃犯工作，经过警政署评核为第一等地。那今年上半年打击坊间非法窃听专案，经过警政署评核为丙组第三名。今年上半年在加强查缉少年犯罪的工作，经过警政署评核为丙组第二名。在第二个部分是未来的重点工作，首先是加强查缉毒品犯罪，我们采取断绝供给，减少需求，针对毒品供应商、中小盘商加强勤收以及实际通讯监察的作业，秉持隐案查案，分别向上追源以及向下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统合战力，由本局刑警大队成立缉毒专责小组，来协助各分局遇有重大特殊的缉毒案件，来协助来瓦解集团性的一个贩毒。在防治毒品人口再犯的部分，我们定期检讨，发现治安人口、孤立人口有再犯之余，我们会向检察官申请搜索票来做查缉。在强化应受尿液采验人采验工作的部分，如果这个毒品人口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来到场采验，我们会向地检署来申请强制到验书。同时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各分局对于采验的人口行踪不明要加强查访。在毒品人口追缉的部分，如果采验尿液的结果呈现阳性的反应，我们会把这个资料提供给各外勤的同仁来做加强的查缉。那我们也建置了免付费的毒品检举专线以及信箱提供民众来检举如果有毒品案件。在强力扫荡临检的部分，每个月我们配合警政署有全国同步查缉毒品专案，以及本局所规划的临检的勤务有8个场次以上，都会来针对不良的这个场所强力扫荡毒品。防治少年毒品犯罪的部分，我们采取三区联防，构筑校区、行政区、社区来共同联系，以群体的力量相互资源的分享。另外我们也定期执行春风专案，以校园联合巡查的这个勤务，借由优势的警力来结合校外会、卫生局等友军的单位，巡查各大不当的场所，来共同打击学生吸毒的不法情势。我们本局少年队也跟本县的各校来加强联系，每个月至少安排一次校园的访视。我们也希望学校如果发现学生有疑似吸食毒品的行为，通报我们少年队来进行追查。在强力扫荡黑帮势力的部分，近期因为社会舆情充斥黑道当街打架情势，我们绝对不允许这一类的行为存在。因此本年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执行了五波的扫黑专案，总共查获不良帮派组合5组34人。我们将会持续进行本项工作，来净化社会治安，打击诈欺犯罪的占用没收新制。以往这个诈欺犯罪的犯嫌，如果将他的不法所得转投资，或者是转登记在第三人的这个名下，我们没有办法来做查扣。但是刑法在今年的7月1号实施了一个新制，就是一个没收的新制。因此我们未来检警都有权可以追讨犯嫌的不法所得，来发还给被害人，减少被害人的损失，同时也大幅降低诈欺犯罪的一个报酬率。这一项的新制应该能够有效的遏止诈欺案件的发生。在强化科技侦防以及严密治安防护网络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善用民间专才以及网络的资源，来齐力防治科技犯罪，同时沿袭科技发展，预拟科技犯罪的防治作为，那也运用科技的设备来支援我们外勤的员警来侦办刑案。目前我们本局刑事警察大队已经成立科技侦查队挂牌运作，未来能够有效侦查科技犯罪，营造顺畅的交通，维护便捷的环境。我们希望持续交通执法，来提升用路安全。本局配合县政府推展将路边停车收费停车秩序维护，以及机车自行车摊架停放秩序等专案列为常态性的工作，同时也定期规划清道专案，针对市区重要的道路加强交通整理，扫除路霸，希望能够营造交通更顺畅的环境。那针对今年中央推动的交通政策方向，分别有路口停让、速度管理、机车安全、汽车开头灯等四大道安主轴，我们将会努力来推动，以增进用路的安全。在严惩重大交通违规、轻微的违规，加强劝导的部分重大的违规包含有酒后驾车、闯红灯、超速等，总共有8项，我们会持续来严正执法，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是对于没有严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而且情节轻微的交通违规，我们会以劝导来代替举发。另外，为了提升交通执法的品质以及执行的态度，我们也规划相关的教育训练，希望能够精进员警的专业的智能。在推动交通宣导的工作，我们会持续来加强，同时我们希望落实在交通违规的部分减少错误。因此我们落实审核的一个机制，对于我们原警举报内容如果有错误，我们会加强审核，追究相关人员的疏失责任。在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的部分，我们持续针对辖区容易肇事的路段、时段以及例假日，全面规划取缔超速、双黄线违规停车、防治酒驾、请勿等等。另外，针对 A1 内的交通事故，我们都会定期做事故的分析、时段、地点、肇事因素、事故类型等等，来提供我们各分局作为执行的一个依据以及勤务编排的一个参考。同时，我们也针对交通违规发生比较多的族群，我们结合县府相关的局处，我们推动以市区公车以及这个 DRTS， 也就是需求性反应公共运输，来免费载送老人的计划。那这一项的计划预计在12月1号来开始试办，同时也规划原住民部落降低交通事故防治计划，希望以鼓励奖励部落自主管理的方式，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为目标。在落实妇幼安全的部分，我们采取的重点的工作有预防再犯。我们针对性侵害加害人如果没有依照登记报到，我们会施以相关的处罚。对于儿童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第54条有关于高风险家庭通报的部分，我们会落实通报以及查访。另外，为了要对家庭暴力的被害人及时防护，我们因应家庭暴力防治法增订34条之一，如果接获法院或者是检察署对于家暴加害人命拒保、责付、限制住居或者是释放的通知，应该立案通知我们的被害人或者是他的家庭成员，来注意他的自身的安全。同时我们也会来加强被害人的住居所的巡护的工作，同时对加害人进行约制以及告诫。在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强化跨部门的合作的处理的机制，强化我们员警对于家庭暴力高风险、高危险的个案的辨识能力以及敏感度。提升为民服务品质的部分，我们今年订定的提升服务品质的执行的计划，我们希望借由优质的便民的服务，来持续办理各项的服务的一个作为，提升民众的满意度。那端正警察风纪的部分，
维护善良的警察风纪呢，是我们警察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因此，我们要求各级人员平常加强的收集风纪的情资，同时呢，也跟我们的友军单位、向检察署、廉政以及调查单位加强联系，交换风纪的情报。另外，我们也办理风纪的一个检测，机先有效的防处。对于员警违反风纪的案件，都是依法移送或者是惩处，也自行办理风纪的检测。对于这个辅导教育的一个对象，我们列管的这个对象，我们都希望借由恳谈、劝导以及告诫的这个方式来劝善归过。同时，对于少数有酗酒习惯或酒驾记录的员警，我们也由单位主管以及家属来共同恳谈以及约制，让他们不要再发生这个酒驾的行为。我们也强化考核的机制来汰换不适任的人员啊。对于我们的各单位的主管，要以身作则。对于领导无方或人力不已的干部，我们会适时考核检讨来调整职务。员警的平时考核的部分，我们对不适任的员警也会采取断然处置，予以考绩淘汰、辅导辞职或者是退休之前等等。那员警如果有涉及到酒驾以及公共危险，除了年终考绩反映之外，我们也会调整服务地区或情节重大来给予进予这个免职。那这个规定是警察人员驾车安全考核的实施要点，是相较于其他的一般公务人员更严格的一个规定哦。那在法治教育宣导的部分，我们会定期办理所属的员警来教育讲习，提升员警的法治的观念。我们希望说以优良的风纪来提升我们警察的优良的形象。那我想治安工作是我们县政非常重要的一环，县长也非常的支持以及重视，因此我们警察局将会尽心尽力来持续展现具体的行动力量，来努力执行警政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治安平稳、交通顺畅、服务贴心、风纪优良的四大目标，作为我们县长施政最坚强的后盾。以上做简要的报告，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不吝指教，并继续给予我们警察局的同仁鼓励与支持。谢谢各位。谢谢警察局廖局长详细的工作报告。接下来请消防局林局长上台工作报告。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以及各位在场的媒体朋友，大家早。恭逢大会第十八届第四次定期大会开议，本队尊奉大会议程，率领本局各科室主管来报告本局各项消防工作的推动情形。在开始工作报告之前，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局各单位主管，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指教。副局长吴泰信。律师陈瑞敏，火灾调查科科长彭明德，他同时也是代理我们的预防科科长。灾害管理科科长宋宇和，紧急救护科科长王永杰，灾害抢救科科长李龙胜，督察训练科科长林武正，救灾救护主任科科长黄瑞明，行政科科长陈秋明，会计室主任李梅雪，准事室主任林桂荣，政风室主任刘义明，救灾救护第一大队大队长朱泽敏，第二大队大队长王明忠，第三大队大队长李冠存。接下来跟各位针对我们的消防工作的这个工作报告本局在县长的领导下也执掌着前线的火灾预防、灾害抢救及紧急救护等三大工作，在与前线30万多乡亲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本局的工作效能直接影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成为民众对于政府施政成效良与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本局在全体同仁以及消防三大志工的共同努力及县府团队的共同协助之下，本县的消防以及公共安全的部分，在七月份的眼见杂志评鉴获选为全国第一名。这里要特别感谢全体议员以及我们全体的府会同仁的共同的协助，谢谢大家。这时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各位来报告我们的工作的状况。针对今年四月份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工作报告的内容是在我们的县府的工作报告的205页到218页。那请各位参阅手上的资料，是我们把它更新到10月31号为止的一个最新的资料。那我们消防工作的三大主责的第一个工作就是重视的消防就是火灾预防的部分。在灾害预防的部分，我们的消防安全检查的这个工作，目前本县列管的场所总共有1903家。这个场所依照规定，我们甲类场所每半年必须检查安全检查一次。那甲类以外的场所每一年要检查一次啊。那我们从今年4月1号到10月31号止，总共检查了1545家。那其中有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160家，那其中有不合格的总共有361家。那我们通常不合格的，我们要限期改善，然后再去做复检。到目前为止，经复检尚未改善完毕的有60家，对于未改善完成的，我们会依法予以开单处罚。第二部分有关于防火宣导，本期我们结合了我们的消防同仁以及我们的护宣以及三大志工，我们的义消以及防火志工去实施的就是防火的宣导，共计实施加护访是有3299户。另有鉴于去年清明节期间，因为民众扫墓结束后未切实扑灭燃烧金子所遗留的火源，以导致扩大燃烧周围的杂草，而引发多起的这个墓园杂草火警。今年特别以清明节前夕，动员我们的消防人员275人次，我们的妇女防火宣导队有82人次到前线各个墓园实施防火宣导以及人车警戒的专案。今年墓园杂草火灾的件事，从去年的25件减少为5件，降幅达到80%，成效非常的良好。第三点，针对防火管理的部分，我们推动依照消防法来推动防火管理组织，以行政指导的方式协助前线各列管制公共场所落实联用防火管理人，制定消防安全防护计划，并要求各列管场所管理前人、防火管理人及所有员工予以落实执行，及加强自卫消防编制训练，以及强化各场所自主消防安全管理。那目前本县各列管公共场所已联用防火管理人员的家室，总计有823间，24142人参与自卫消防编制演练，参与演练人士较去年同期增加994人，并协助191间场所办理自卫消防编制演练的验证。第四个部分是有针对危险物品的管理，本局列管前线公共危险物品场所总共有25家，消防那液化石油气分装厂有6家，检验厂2家，储存场所10家，瓦斯行84家，串接场所55家，报纸烟火贩卖场所1家。为了有效来管理场所所有危险物品使用储存及贩卖场所，杜绝违规行为，避免灾害发生，本局所属各消防队定期派员检查外，亦不定期实施抽检。本期公共危险物品场所检查7件，液化石油场所检查437件，报纸烟火场所检查4件，专业报纸烟火受理申请1件，统计期间共计取缔石化器违规有7件。第二部分针对灾害的抢救的部分，在消防救灾的训练的部分，我们105人清查前线狭小巷道火灾抢救困难地区，也俗称消防通道，总共前线有284次。目前已针对各类管地区的
抢救困难地区所实施抢救演练，总共190场次。除了我们的抢救演练以外，针对场所的改善的部分，我们要求这些场所务必要来画双黄线，禁止停车，妨害救灾。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上一期的242条提升到296条，已经达成率已经达到，到目前已经提升到248条，达成率已经达到98%，已经达到98%。在民力应用的部分，为了强化前线所有预消支援灾害抢救单力，本局所属各消防队每月定期办理预消指训工作，并依辖区地理环境特性办理水上救生专业训练有7次，山难救难训练有2次，观摩参访训练有16次，借以提升所有预消救灾能力，同时亦培养预消及消防人员协同救灾的团队默契，使其在支援救灾时能充分发挥专业救灾技能及团队作战精神，进而给前线乡亲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大保障。另外，办理我们的县内的一个民间防救团体评鉴，全国灾害防救团体的机构单位，我们花莲县有3个民间的救援团体，是红十字会花莲县支会，以及花莲县紧急救援协会，以及台九县紧急救援协会。那今年我们有2个团体去参与评鉴，我们花莲县红十字会候选的优等，另外那个桃园县紧急救援学候选为甲等，所以获得补助的中央的一些钱，购买了一些救援的装备，总共有498,500元，通通转化到各救援单位去协助救灾。其次，我们那个徐俊瑞立委员，因为我们的救灾团体向我们委员要求，看看能不能补助经费，经委员向消防署反映，由消防署也提供了30万的钱下来。我们不是向这3个机构买了一些陆域训练装备器材，购买了自动心脏电击驱散器以及检筒式担架及电器等工具，293,000元来转化给这3大救援团体。3, 争取补助及编列预算充实装备，提升我们的防灾战力的部分。本局在105年各自除了本局原有的预算以外，向发动基金争取到一些预算，总共有5,215,100元来购买这个消防车辆，其中购买水箱消防车2辆，小型水箱消防车4辆，水库消防车1辆，救助器材车1辆，救灾救护指挥车1辆，移动式消防棒浦3台，以及涡轮瞄准44支，还有橡皮艇1艘，消防衣帽鞋总共50套，合计有5,215万了。另外，以消防署专案补助的经费来办理救灾装备器材的采购部分，总共有各自空气呼吸器21组，太和金山连梯，也就是俗称的关东梯具，一起防护衣10套，水上救援个人装备有9套，面罩及惠利华50组，水上救援安全头套100顶，L 型胸灯400只，合计新台币2,807,000元，借以充足救灾的装备器材，提升整体的消防战力。是消防搜救的部分，本期执行山难抢救勤务共计有15件，出动人员112人次，合计有11人次，11位民众平安获救。以去年同期10件，出动75人次，共合计11位民众获救，相较增加5件。有鉴于我们这个山难案件频传，而且民众有滥用救灾资源的情形啊，为了要防范民众滥用救灾资源，本局也已召集相关单位订定花莲县登山管理实施条例，针对登山客立定应遵守的事项，应携带的装备以及应办理保险，如果遭遇事故进行搜救，将予以收取搜救费用。这个草案我们已经在10月中旬完成法规预告的程序，我们将陆续来提报县会议通过以后，会提报到贵会来审议啊。第5，有关于火灾抢救的部分，本期各种火灾案件共计有317件，其中
建筑物的火灾有100件，共计有死亡3人、受伤2人及就是受困火场就是待救民众2人。以去年同期火灾件是476件，相较发生件是减少159件，死亡增加2人，受伤减少1人及就是待救人士增加1人。本次有火灾，这本期里面火灾死亡人士的3人里面，其中有2人都是因为他的身体智障、身体的残障，火灾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自力逃生所引发 的结果。所以说这个区块我们以后还要再加强来做预防工作。第6，有关于落实消防水源管理的部分，本期目前供内管地上是消防栓499只，地下室消防栓3162只，前线3661只消防栓。本每月由消防分队到辖区去全面检查测试一次，针对并且评估辖内有需求的地区是否需要增加消防栓。那本期已经增设了31次，另外增设装备有43次。另外无自来水管线通过去办理延伸管线工程既有20次，这个部分我们也透过乡公所以及自来水公司的研议啊，请他们来依照程序啊，来经过当地居民的同意以后，向经济部水利署来提出计划审核。而自来水管线过小溪办理管线撤换工程既有7次，这个部分经自来水公司排定管线撤换期审后，再行办理增设消防栓工作，以充足本线各区域的消防救灾水源，确保火灾抢救时有充足的救灾用水。3，灾害管理的部分。灾害管理的部分是包含预防以及抢救啊。那我们在灾害管理的部分，我们是本着离灾重于防灾，防灾重于救灾的一个主责啊，来加强防灾软硬体设备维护保养以及软硬体的一个操作。我们目前我们中央已经建立了 EMIC 系统，那这个 EMIC 系统只要乡镇公所。都是到乡镇公所，只要辖内乡镇公所有发生任何的状况，只要在 EMIC 系统里面输入的话，就全国都能够看得到，包括中央跟我们现在灾民中心都会了解到目前的整体的灾害的状况以及现场的状况。这个部分除了我们这些建制的以后，我们当然就是必须训练。我们在今年在5月26号以及6月6号，都在疫病中心那边召集过乡镇市公所以及县府相关单位的承办人。以及他们的相关主管来办理这个教育训练，以及能够这个系统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哦，推动灾害防救向下扎根的工作。借由内政部灾害防救深耕第2期计划资源，全面提升本县整体灾害防救效能，并使防救灾能量深耕地方。本县灾害防救深耕第2期计划于105年已产生其中报告一份。将各县、各乡镇、乡镇应变中心的任务编制以及那个作业程序以及救灾的资源完成整合，以及防灾地图的一处做分送到各乡镇以及各防灾单位去参酌。令本局对于计划执行期间，随时各乡镇公所配合县村村计划协力团队执行各项灾害防救工作事项。采购灾害应变中心通知性设备，近2年已经采购桌上型电脑32套、笔记型电脑24套、平板电脑8套、数位相机2套、卫星电话3套。另本105年度更采购了本县各乡镇应变中心连线的视讯设备77套，移拨给各乡镇市公所，借以强化本县乡镇层级的灾害应变中心能够与中央以及我们县应变中心。能够及时的一个视讯会议啊。3，强化救灾准备应变机制。因台风来袭，本县于105年7月开设尼伯特台风应变中心，于105年9月开设莫兰蒂以及马洛卡以及梅基台风灾害应变中心。另外，我们在10月7号的时候，因为一个突然的急降雨，造成我们南部地区的一个水患也成立了应变中心啊。那个在这段期间，我们总共动员了3984人次，救灾车辆1844辆次，失散民众有8716人次，
收容安置有3976人次，有效减少县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四，鉴于2009年8月8日高雄小林村因为莫拉克台风造成388人被活埋的灭村事件的历史教训，为了强化偏乡地区紧急灾害通信设备，连通县乡与村里间之信息传递管道，由本局办理是内政部紧急灾害通报专用无线电通信系统第二阶段建制计划，已于105年6月6日完成无线电操作交易线，并配发上市公所191套的无线电通信设备，以避免各乡镇于发生灾害时因资讯无法传递至外界而形成孤岛情形。在最近几次的一个台风，经过实地的测试，我们这些无线电确实发挥了很良好的功能。四、紧急救护的部分，到案前的紧急救护卫民服务本局执行紧急救护案件共计有8361件，送医人士6848人，其中215人无生命迹象急救成功，有22人康复出院，有4人急救成功率达到10.23%，与去年同期我们相较急救成功增加了2.93%，成效大幅进步，充分保障前线民众之生命安全，提供完善之到案前紧急救护服务，并增加急救成功的人士。二、提升到案前紧急救灾救护能力，为了积极提升我们的高级救护技师员的专业能力，分别在105年4月及6月召开医疗指导会议，争取本县医疗咨询委员会同意本局预立医师来开放急救药。目前有开放的急救药是10%的葡萄糖液，另外一种是肾上腺素等两种基础的用药，并于过去病例中检讨药物给予的适当时机与实际施作的情形，了解地线救护人员建立输液管道的一个困难性，同时详细说明清洁消毒的重要性，借以降低患者之感染率。在105年7月4号至6号以及8月4号到26号分两梯次办理中级救护技师室，总共有168位参与啊。来，这次的中级救护室的训练里面，我们特别聘请由慈济医院的教学部提供高阶急产安宁与教学师资，来教导我们这些救护人员办理孕妇的紧急生产的接生手术训练。这个是我们慈济医学院里面的最新的教具啊，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得来充分利用。在这次利用以后，我们没多久就我们的同仁就帮两位因为早产或者是胎位不正常的产妇啊，在那个救护车上面呢顺利的平安的把它接生出来啊。那在第三的部分是105年7月5号，我们办理的员工县府员工的一个心肺复苏式及自动体外心散器，就是也是 AED 的使用的教育训练，总计有62人经过训练合格啊。那我们在前线各地区办理 CPR 的一个先导训练，4到6月份总共办理了59场，有4302人次来参与我们这个 CPR 的训练。三、强化救护装备的部分，我们105年向消防局争取补助采购的新式消防车，于10月份交车，目前已配发给新秀消防分队来使用。另外，在105年，既有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高雄气爆专案捐赠助动心肺复苏机3具，有限。另外，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室员工消防就是也捐赠助动心肺复苏机2次。另外，还有民间的公司亚地生也捐赠了我们喉头罩的呼吸道有7组。那这些器材都已经加入本局的医疗救护的行列里面，来有效充实本局的救护器材的装备。另外，我们也向国发会来争取发动基金的105人补助，总共有437万5000元，来采购救护车1台，另外助动心肺复苏机2台，已经分别配发到各消防分队去使用。是有关于救护证明来申请以及进行发给民众的部分，我们同仁在救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民众有需要开立救护证明，可以当场开立，他不需要他在
到是这是来回往返哦。那本期总共开立了5761件哦，比上期增加了184件哦。另外在救护技师员的雇用，本期在103年7月21号开始，我们有雇用了一个紧急救护具备有紧急救护证书证照的专业救护人员，总共有5人。那这5人在本县的服务有752件，本期里面总共752人送医，有575人啊。那分担前线救护能量的比例是达到8%啊。另外，因为我们之前所雇用的这些救护人员，他们都是以那个基本工资来扔掉，没有办法流失这些人才啊。我们今年有特别报请县府同意哈，把具有中级救护技师员资格的人，改以 A 用人员来尽量来提升他的薪资，借以能够留住这些人才，不要一直在那边流动哈。有关于火灾调查的部分呢，今年我们对于那个执行有火灾调查工作的本期，总共纵火案件有2件哈，与去年同期相较哈，减少了2件哈。另外，加强便民服务的部分呢，涉嫌分队印发火灾证明书哈，为加强便民服务的本期。于火灾勘查完毕后，以行动办公室之作业模式哦，以火灾现场立即当场制作自发火灾证明书哈，亦交由申请人所处，令申请人也可直接到消防分队去提出申请，只能通过30分钟内会取得这个火灾证明啊，以缩短有效的缩短这个申办的流程啊。那本期以此模式发展的核发的火灾证明书总共有43件啊，比去年同期减少1件啊。6指挥派遣以通信维护的保养啊，刚刚我所提到的说，我们消防工作里面包括火灾预防以及灾害抢救以及火灾预防灾害抢救及救护工作，我们的3大主轴以外，事实上我们除了这些工作以外，我们还担负了很多的非我们消防法所规定的工作，我们被立定为叫做卫民服务啊，像本期我们1到10月份共计在卫民服务这个项目总共执行了4150件，其中包括除风就是抓虎头风2041件，捕蛇1839件，其他的服务项目包括什么动物救援这类的项目总共有270件，这类工作也是占据了我们非常大的工作。那现在全国各地包括消防局都已经立定这些卫民服务工作应该要回归本位，到各个主管前者机关去执行，不是我们消防工作，因为这些工作会排挤到我们的消防，我们的消防工作，我们的消防同仁，事实上我们的人没有多少人在那边待命哈。那如果说有一些这类案件，我们的人当然在那边待命是在那边待命没有错哈，去抓蛇也去抓蛇，问题是你去，因为你去执行这一类会不止工作，万一辖内发生火灾，造成我们的人赶不回来就会排挤到我们同仁救灾的工作，所以说这类工作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当中来寻求一个突破，来由划归由各主管业务单位来执行。那我们在这个派遣的工作里面，我们的指挥派遣的工作里面，除了这些卫民服务工作之后，我们对于我们所配发的这个卫星电话，我们每月都要每月5日要固定测试一次，每通信状况都维持良好。目前我们各分队里面有配发6台的无线电海事卫星电话。另外加强诸通讯设备的一个保养啊，本年度已完成新购台湾无线电的手提台40台、中继台3台、基地台3组。另外针对我们的通讯设备的部分啊，本县因为地形狭长啊，而且很多山谷啊，我们的事实上，我们的无线电里面的还是有很多死角。我们的透过发动基金争取到1290万，我们从明年开始会来建置，陆续建置有9个一个中继台来改善我们的整个无线电的系统。另外，我们这些3大工作主轴，我们能够顺利完成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必须靠信任。我们在信任的部分，我们105年4月11号到15号办理急流救生5场次啊，5月2号到办理特种搜救训练1场次啊，另外办理2场次的集中训练及救助队的一个互训啊，另外7月26号办理
说就潜水训练一场次哦。因为8月4号到17号办理两场次的火灾抢救并起推演训练，8月份另外办理了三场次的山地搜救训练哦。另外也办理了消防替代易燃的一个专业训练，总共训练了397人次哦。在例行训练的部分哦，在例行训练的时候，我们每月至少有8次的一个的训练哦，本期统计办理了880场次哦，有3506人次参训哦。另外针对每月选择狭小巷道火灾抢救困难的地区，特殊水域河段、高频度登山意外山区及15以上高楼层建筑物，并结合义消共同实施组合训练哦，合计办理抢救训练156场次，1726人次哦，这是例行性的训练哦。另外，我们建派特殊的一个专场训练的部分哦，包括有火灾抢救训练、急流救生教官班训练、隧道火灾抢救训练、油槽火灾抢救训练、消防安全检查班，不定期选派优秀同仁前往内政部消防署训练中心参与各种特殊专场深造，以强化本县各项灾害救援的能力。本期总计有12人次去参与这个特殊的专场训练哦。本期合计办理的各种训练总计有1051场次，5651人次哦，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063人次哦。在行政管理的部分，我们消防同仁在几乎我们现在以勤劳休一哦，就是上班48小时才休息24小时哦，所以他们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的队部里面生活，所以队部的环境好坏会影响到他的工作情绪啊。所以我们在对于我们的听说维护的部分，我们在近几年来已经在现场上任以后已经改建了好几个听说，已经改建了好几个听说，目前还在施工当中的，包括我们消防局一楼到六楼，一楼的消防设施以及我们的六楼的应变中心的改建计划，在103年的时候就编列了150万的一个设计费啊。那目前呢，这个工程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去年年底的时候标出去哈。那目前在施工中，预计106年12月份哈，12月底前会完工哈。另外，本局的人力分队的听说哈，千千案哦，人力分队原来是在我们这个巷道里面，那个交通非常的不方便哦。那而且已经盖了30几年了，它那个已经不复使用啊，而且也没有办法再就地改建了，所以我们在仁里段哦，在基安乡仁里段825号有找到一块地哈，我们已经在今年已经招标出去哈，那预计明天要展开那个动工动土啊，预计在107年1月11号完工哈。也在这里特别再度邀请各位议员先进啊，明天能够来参与我们的动土典礼，给我们加持哈。第三点呢，有关于吉安分队听说的迁建案哦，所需的用地哈，在吉安乡福兴段671号，在六月份已经农委会及发展农改场都已经同意，但是涉及都市计划使用分区为停车场用地，必须进行使用分区的变更哈。另外，其中还有一户占有户目前在官司诉讼当中哈，那要等这户迁走了以后，才可以办理移拨受益哈。那另外，万荣救治技能训练场所高低塔的训练工程，在我们万总分队那边哦，我们总共有编列了500万目前这块土地已经在万总相关所已经同意要移拨给我们，目前已经在办理土地移拨，同时也在办理设计规划建造的一个招标作业工作当中哦，预计在106年度所可以完工哦。另外，本期办理花莲分队、吉安分队、光复分队、东里分队这四个土地，这四个驻地哦。花莲分队也是相当的老旧啊，而且它之前被史在我们的地震带之前，因为九二一大地震，你要被评鉴为需要补强的地方啊，而且因为它已经30几年，已经不符合再补强的一个的经济价值哦。我们也另外找到一块地哈，我们现在农委会已经同意了，我们现在等办理土地变更以后，我们在那个国风街那边哈，来重建哦。吉安分队刚刚有提过了，光分队是一样哈。光分队我们也另外找到一块地哈，我们等土地变更以后，可以来做
做那个重建哈，还有东里分队的部分呢，目前里面也是有一些度有问题，我们都要办理土地变更哈。除了我们这个天寿的部分的准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准的部分哈，我们本期哈的编制哈是目前的编制员额是338人哈，但是依照消防署的员额设置基准在102人9月30号，针对全国各县市的一个统计出来啊。他帮我们统计出我们的合理的事额，如果说以勤医休医的方式 来上班的话，我们花莲县的总人额的高标应该是671人啊，它的最低标也要达到587人啊，才是一个合理的人额啊。但是如果以勤劳休医，勤劳休医就是现在的方式，上班2天休一天的方式，它的高标是552人，低标是489人啊。但是目前我们现在的编制人额是338人，所以说。我们同仁所肩负的这种责任哈，以及他的工作的负荷啊，事实上真的是也是相当的劳累了哈。那我们105年的预算人额是298人啊，已经增加了310人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只有260人，实际人额只有260人，且有50人啊。为了改善消防这个人力的吃紧的部分，本局积极向内政部消防署来争取。警大以及警专生及特考班分发的名额，本年度1月份也派了12人，10月份派了17人，预计明年106年会派补42人，107年可以派补15人，108年派补23人啊。那因为之前我们人力最吃紧的状况，目前呢已经逐渐的改善，因为我们的退休潮已经渐渐在减缓了。以前每一天，像去年就退休了26个人啊，那今年退休就只有个位数哈。那退休潮已经逐渐在减缓当中哈，三办理我们的退休的人员的一个抚恤金及照护的工作哈，我们都依照1.93级的规定法定的规定来办理哈。另外在终身学习的部分呢，我们办理各项的训练及推动数位课程的线上学习的达成率达到90%哈。另外办理职系升迁的部分，我们在今年。总计办理的职级升迁的有8人次哈，同官等的调任有32人次，离职人员有2人，退休人员1人哈。另外会计的部分呢，我们105年度追加减预算的部分，我们税入追加预算是437万啊。另外追减的部分，税出追减的部分是2406万9000元。另外我们也在办理相关的一些预算的106年的预算的编列，还有相关的账务的报表哈，请参列哈。政风工作的项目哈，有关于廉政先导的部分，我们以及我们对潜在危险的风险的部分，我们也请检察官到来帮我们来上课哈，来先导哈。另外扩大社会参与的部分哦，先导核心价值的部分，我们也利用建筑活动的时间来先导。第四是提升采购效率的部分，我们定期。各种依照法规的规定来办理监标监验的工作哈。第五点呢，落实风险评估专案稽核的部分哈，有鉴于国内哈公安事件频仍哈，而且哈安全议题啊引发重视哦，所以只要一个公安事件，第一个人家就是要检视你啊消防安全是不是有落实在执行哦。所以我们这次特别请我们的政风室去做抽检的工作，针对各分队的安检的工作去做抽检的工作，针对有问题的稽核检查，提出3项违失查证事项，新国建立事项有7项，我们来请各外勤单位来参考，来改善。另外奖励联能作为的部分，我们针对计受财务馈赠的廉政伦理事件签报细奖的7人次予以奖励。其实我本县是在这个亚太地区哈，以及亚太大陆板块与菲律宾板块的交界处，我们所受到的这个灾害哈，是我们的共同的事变哈，我们没有办法防止哈。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加强预防的工作哈，加强教育训练，提升民众的防灾意识哈，共同来防范保护我们整个县的民众的一个生命财产的安全哈。为了守护这个。本县所有乡亲财产安全，文瑞燕带领本局全体乡人结合县府防灾团队、消防三大施工及民间支援救灾团体等社会民力资源，
以建设恐惧的敬畏心呢，积极做好各项消防工作，时时刻刻秉持着料敌从宽、遇敌从严，勿视敌之不来，勿视无以待之哈。是严谨的态度，努力来做好各项离灾、防灾、救灾工作，打造安全无虞的优质生活环境哈，确保本县乡亲不受灾害的威胁，守护我们热爱的幸福花莲。最后，期盼各位乡亲持续给本局支持、督促与指教，也并祝大会圆满成功。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健康快乐、平安喜乐，大完毕，谢谢指教。谢谢消防局林局长的工作报告。下个议程意见交换，现在休息十分钟。
啊？我们人呢，到河底来呢，跟他玩。哇！休息时间结束，请主席宣布开会。继续开会。现在议程意见交换，各位议员，今天警消议题比较热门，那请各位议员发言时间管控好，以利各位议员可以顺利发言。有美议员。大位主席啊，谢谢媒体记者、各处处长、科室主管，大家好。本席呢，对这个哦，这一辈子常常看到，不知道怎么使用啊。希望这个消防局长哈，来帮忙教我们示范一下哈。来，这个是不是找两个救火打火兄弟来拿过去好不好？现场帮我们。哎，我想在场应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怎么使用啊。哎，这有没有过期？有没有来这个议会检查哦？也不知道。那个大队长，大队长，一个就好，两带两个吗？那个二大队大队长来，一边一人一边来。来，我电话拿去拿一下，帮我开启一下，我正在用语音。好，谢谢。要真的拉开吗？好。这个请告诉我们这个怎么操作啊，这个大家来也花一分钟时间来学习这个怎么操作。好，那个副议长，我们各位议员李氏先生大家好，那个感谢有议员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宣导我们的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啊。这个灭火器有好几种啊，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种，我们有一个口诀啊，叫做拉拉苗。压苗少啊，苗第一个，因为但是这个东西要加一个鸟，因为它这个灭火器它上面有绑一个，第一个我们来先鸟，把那个鸟断，因为它被绑住了，要把那个绳线鸟断，把它鸟断没关系，来把它鸟断哦，它鸟了以后这个才断掉哦，把它鸟断哈，鸟然后再来拉哈，拉已经拉出来了哈，好，再来第三个动作就是拉那个，对，就是拉那个拉。再来，就要瞄准了哦，瞄准了就压下去，压下去有时候不要压。好，来压到边好，哪一个需要灭火的来压一下。啊、哦，你们这样一按就可以喷的，是不是？啊，压下去以后要拿那个灭火器喷出来啊、哦，不要了。这个可以洗小火还是大火还是怎么样的火？那个小火会变成大火了哈、哦，小火把它扑灭就可以。这是预防了哈。好、哦。苗了，因为现在再加一个扫、哦、以前就是苗，但是要教导民众说，从那个火源的四周扫，把它掃是、哦、你现在一开会把我们弄得乱七八糟，是不是？好、哦，那谢谢。好，那这里面到底还有没有亮？还有吗？有哈、哦，可以了，就是这样啊。本席的除了今天做这个预防宣火，然后预防大雨，这个尤其你们预防课是花了最多钱在编列、哦，本席刚在听这个局长、哦、非常感动，你这个得到天下杂志局长请回这个评比啊，这么多的得到这么多的奖项啊，全台湾第一名啊。但是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啊，这个7月26号在苹果日报刚好出了这样的东西，今天拿这个给大家看，就是说你除了救火全台湾评比啊，天下杂志五六月第一名，那你对于本身你的局里面你的人数一直不足到68到70人啊，可能有时候到80人，你现在说是260人不足，人数应该是380人啊，一直评比。那针对那么少的人数在里面一直发生一些，也不是一直发生啦，光是苹果一周刊就报得很大了齁。那你除了外面救火，那你里面的欲望之火如何扑灭啊，我想这是你最近期的功课。
因为花莲有一个叫同乡会，十几万的群组，对于你正是对这一个一对这个男女这个不当的感情的发生，对我们中区的议员有很大的指控，说你这样子把人呢调到受害者，他在这个苹果日报呢也说他很痛苦，因为你把他是他等于他老婆发生事情了，把他调到这么辖区遥远的地方呢，然后他每天要吃安眠药、精神科，是因为我这一区的议员出手，让你这样子做不当的处置，那让受害者跟加害者的立场是完全混淆的。所以本席用这个火来说哦，你除了救火，你里面的管控人员的情感的节制的欲望之火，是否也是你最大的功课啊？这个欲望之火也足以燎原了哈。本席呢深切呢要求啊，你这件事呢必须要起来哈。因为今天是意愿交换，我也知道你很认真，所以不会在质询时间问你。那本席呢跟我这区的议员呢，我们要也要明示，我们并没有把手伸入你们，你待会要起来解释，我何曾控管过你这个事情，这人事纷争你必须要起来讲，你会在做这样的人事调度是你有什么样的理由，待会花一点时间，要不然我中区的议员人人自危啊，我们怎么可能会叫你去做这个一个被受害的人去调去那么远的地方啊？不管他之间金钱太复杂了，我们是不管，就是你身为一个处长，你必须好好控管你们消防队两三百个这个人员里面的所有的内部秩序，否则你如果面对失火啦，什么虎头蜂窝蛇，你们的人员非常辛苦如果你万一人事做的没有公正公平，那就很容易得到精神病。所以消防局的人员跟警察人员一样非常辛苦，在高度压力中，上山失踪也要消防队，虎头蜂也要消防队。你刚刚说抓了那么多窝，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人员很可怜啊，两三千窝啊，吓坏人啊，虎头蜂会给他配备吗？你有偏配备吗？抓毒蛇你有毒蛇配备吗？所以我本席希望你要好好爱护你的员工如你的子女啊。这个折冲协调这感情是很困难，但是这个欲望之火是很危险，你刚刚讲的在同处一室更容易危险。我再给你一个建议，是不是每人一支啊，互相喷好了，这是一个笑话。那就觉得奇怪啊，这个身为一个一局处长啊，对内部的控管才两三百，不像警察局1483人，那么多的数字啊，本席深切期许啊，你除了做好这个外部内部呢，也希望做到全台第一哦，不要让这个苹果日报啊、一周刊哦，闹得花莲县那么淳朴沸沸扬扬，还把议员都弄起来。现在同乡会还在肉收说是哪个议员官说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自清，也希望你自清了哈。那还有几个警察局啊，这个你们两局啊，本席觉得非常有新气象哦，做得也很好，就是上那个女性平权。你们自己看看，尤其是警察局长，你是女性，我对你非常的，还不错啊。你一来就有很大的政绩，那你们的女性都没有提拔起来，消防局也一样，女性是怎样？你们觉得工作能力不好是不是？只有你们自己最好，所以我这个期许你啊，未来还是渐渐提拔女性。你看全部只有你一个女的，除了会计这个跟二三十年没进步是一样的了哈。那还有就是。酒驾罚单交通安全花莲县120,000户33万人口你开了6万多张，等于两户就一张。所以我刚才跟处长讲，这个局长讲，这不是涉及到我们的都市计划内的停车量的不足尤其是吉安乡中华路、中正路，我想停车都没办法停，你住商混合的太凶了。你像黄昏市场，每天警察在那边看，黄昏市场本身就是违法，那你违法里面他自己不管控好，也没有停车场，然后又有红绿灯，又有吉安乡公所的一个活动场广场，那老你们每天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去帮人家维护交通秩序，然后还要开罚单，再辛苦的警察啦。但是所以你还是跟有关单位讲这个黄昏市场那边都是农业地你这个没有办法变商业区，那还没有变商业区之前，是不是使用者付费？那边的厂商是不是要负责我们的交通？还有你要劝导，不应该再开了，好不好？那还有呢，你们警察现在还习惯了酒驾追人我觉得已经是十几年前，我曾经碰过二十几年前追人追到死，一个化工很优秀的学生抬棺抗议，当时这个议员跟我这个
都有一起去，那到现在为止，怎么还是有这样的行为发生拦截？你把他追到他家了，你的人十四地狱来开他家的住址啊，这真的是笑话、啊！你应该是道路安全酒驾，你看到他家的就技不如人，你跟他说下次你小心一点就好嘛。所以我想啊，社会秩序法的人权规范，到80年开始啊，93年全部完成，台湾变成一个彻底的警察国家。所以这个当一个处长啊，你这个人文素养跟整个的地方历史背景的了解要比我们更深刻。我们的收入这么少，可是我们的屋主那么多，因为失业率高，你土法不足以自行，你一次法让土家增加对你的反感。但是我也感谢处长在短时间有了解了哈，这个案件有降低，所以希望各乡镇还不要把人追到他家去啊，还有警察的带助还是合法为宜。谢谢。王彦梅议员。主席，两局处的局长、副局长、主管、新闻媒体记者，还有我们同仁哈，刚才有议员说哈，有气可谓喷灭性意啊哈，我希望能够喷灭性意哈，要把垃圾哈，我们玉里的垃圾场已经十几年了，已经用了十几年哈，已经快要满了，不要再把垃圾哈。丢到狱里来，不管是警察局也好，消防局也好，不要把你们被罚的严谨都丢到我们狱里来，狱里南区来哈。警察的编制员额是1483人哈，预算数是1336人，但是实际员额数只有1099人哈，相差了快要300人，不足300人哈，这如何弥补哈？大宜派出所不幸哈，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因为严谨身体不舒服、要返寝室休息的时候，就这样急促死亡、接着隔天而已，另外一个严谨的爸爸损残罪行时又跌入水沟死亡。大宜派出所突然、两个请假、一个是请永久假，一个是请丧假。接着我们的副所长19号又要。退休，所以等于大宜派出所只有5个严谨啊，一下掉了3个哈、我怕现在的那个所长跟新过来的那个李严谨哈、会过劳死。我刚才说你们已经不足300人了，现在大宜派出所只剩下2个严谨而已，如何去调配？我现在能够善用你们的智慧了哈，尤其我们中分局长哈，非常的尽责哈。我在办老人会的时候，也是送了两次的米来给我们玉里的老人家吃哈，非常有爱心的哈。不要把严谨的爱心哈当作应该的，要注意他们的安全，考虑他们上班的时数。既然不足的话，拜托我们伟大的副县长，我们第六星级的副县长能够给予你们严格补助，不要缺了300人，让我们严谨哈在上班中突然猝死，上班中不够人来值班，也希望我们中分局长，我有拜托他哈，在这个期间能够给大宜派出所多加协助，可能了哈，我们观光旅游处从他的大宜派出所前面挂了300只灯笼啊，挂了2年，300只灯笼挂了2年。20几年没有淹水的那个地区啊，今年全面淹水，突然严谨死亡，突然严谨的爸爸死亡，可能是鹰眼也不一定啊，但是哈、也希望不必要的灯笼哈、要挂太多了哈、虽然说灯笼高高挂代表是喜气洋洋，但是我看他是煤气洋洋哈、希望我们局长哈、新来哈、新气象哈、因为我们南区哈、有更优质的警员，不要像那个上一次哦，严谨为了追逐哦，疑似那个喝酒的，把自己的生命也丢了。那个女警的生命就跟他结婚了，就女警的生命也丢了。不要说酒驾，就不要追嘛。有时候为了开了一张酒驾，让你的严谨变成死亡人的时候，你何其残忍！那对我们一般老百姓也是。不要讲了，因为我滴酒不喝的人，因为也不会酒驾，只会闯红灯而已哈。好，还有
虽然在土地公庙聚赌，我们玉里土地公庙时常那一些八九十岁七八十岁老人家都会围在那边小赌一番的，小赌怡情嘛，赌之前不才700块，就你们抓了20几个人到派出所去，中午12点问到晚上10点啊，有个白发苍苍80几岁的老阿嬷，他子女也都不在身边了，他不晓得他80几岁还能干什么，所以只好去土地公庙消遣一番，结果就被我们玉里分局，当然中分局长的讲了，他已经去劝了7、8次了，但是乡下没有任何娱乐了，子女也不在身边，80、90岁老人家在那边小赌娱乐一番，我希望能够多加包容了，能够多加包容，12点抓去到10点，晚上10点才让他们回家，可见你们问那个执行笔录的这个制作方式不对，制作方式不对，还有你们严谨的电脑，虽然我也不会电脑，你们电脑的速度也太慢了，希望能够改进。你问一个笔录为什么要问这么久？像我上一次因为被人家撞，去问个笔录，问了1个多小时。为什么要问1个多小时？因为他电脑速度慢。是不是要长训？叫他们电脑每个人要问笔录的严谨，电脑要手脚要快一点。还有你们问笔录的这个内容啊，条啊，那个几条要缩短一点。哪有这20几个里面5、6个严谨，一问10个小时，太冗长了。那被人家本来是好好的分局长，被人家认为说啊，这个分局长来了以后起有完被告10岁老人吼，安尼不好，他非常有爱心，可是被冠上了这个名称以后所有的爱心都会变泡汤了。还有以前那个罚款的那个件数就超速啦、酒驾啦、闯红灯啊，什么都会列出来。可是我昨天晚上翻了半天啊，翻不出半条来哈。希望会后能够给我今天上半年的交通事故发生率哈。好，谢谢。杨德金议员。主席、秘书长，我们警察局以及消防局各位科室的主管、本会同仁，近期有几件想就叫两个单位做一个探讨。刚才我们前面两位议员都特别提到关于酒驾的问题，酒驾每次定期会几几乎乎所有的议员都在关心酒驾的问题，我们一再强调酒驾是不是以劝导为重，开红灯再取次。但是目前我们所有警察同仁有的很好了，有的是很奇怪，像我因为办活动，我叫了地方的年轻人帮我处理一个会场，叫喝了点酒。廖局长你也知道，廖局长曾经到本席的寒舍，我们特别都会任何仪式任何工作都会这个试酒点酒，点酒以后喝了一点，那当然会有酒精味道嘛。但是这位同仁他说他在工作，他在牙医院工作，结果他就追。追到门口，现在香槟还在这里，后面有事。追到家里的门口停业，万一发生状况，你警察局敢负责吗？这第一我要说的。第二，对监视器是谁掌管的业务，请举手。监视器好，请举。因为富田派出所跟本席。反映都因为富田派出所的辖区非常复杂，是不是装设一个监视器
我异口同声，还一口就答应他，希望这天罗地网设多一点的监视器。结果跟承办人也说，赶快年底要核销了，两个月前辞职没有弄到议会去核销，结果昨天来了，我们议会的文，本席希望设置的一个富田辖区的监视器，我不知道只有局长，但是不是本席同意的辖区，设置了58万。我不是反对设置在那个区块，但是你承办人员最起码也要告诉本席啊，最起码要知会我啊。我们议员的所有建议款项都是向选民负责，如果你们设在，结果你们设在不是我指定设置的地点，那我倒不如把这些款项做老百姓的产业道路融入，老百姓何等的需要，我们这一块我们民代不像你们这个军工教人员，要做谁就做什么，我们是向选民负责，结果我要设置的地方只有20万，不是我希望设置的地方你开了58万。意思就是汤主任搁置，除非他们要跟我沟通，还可以去动之，知道吗？太瞧不起们了。本席做了6届，最起码也知会一下，尊重一下嘛。那太藐视啊！廖局长，你好好去督促一下你手熟的这个严谨，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本席在前3次定期会也曾经跟我们当初的警察局消防局局长严新章，跟当初的警察局长，因为当初消防局一直在寻觅官复分队的一个这个设置地点，后来本席知道之后，他们说要到台糖公司的土地，要去整个台糖土地，我说台糖的土地碰不得，太贵，本席就跟严新章说，官复交通队交通分队有那么宽的地，倒不如消防分队跟交通队以地易地，这一个交换，同样是公部门的，为什么不行？我林局长，消防局林局长，你说有沟通好了，好，你沟通好了，跟前面的局长、警察局长，现在是换掉廖局长，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业务有没有再继续，要尽快，因为消防分队。官复消防分队出门就是市场，出入非常不方便，真的我替他们叫屈啊！对这个工作，赶快进行。以上是我对两个单位的一个业务报告，谢谢。李秋旺议员，这个谢谢大会主席张会长、秘书长，还有两区处的这个主管，议会的同仁，大家早安哈、那个烟毒贩是回笼率最高，一犯再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坦白讲，社会大众对于烟毒贩未有同情心啊，因为认为这个他们真的是对社会的治安啊危害太大。但是啊，医界认为啊，这个烟毒贩啊，基本上他是生病的，他生病，他患的。这个瘾啦、上瘾了，生病了，所以他要乐戒。对于烟毒贩
在警方抓到了之后的处理模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跟酒驾来相比哈，这个犯了酒驾的，基本上啊，他也是因为酒瘾，所以他酒驾。当然不是每一个都酒瘾，在整个台湾的风俗民情，你在晚上，你庆生也好，你喜宴也好，没有不喝酒的。如果他知道节制，喝完酒赶快回家，基本上，我也曾经在过去呀、啊，历任的警察局长我都跟他们谈，他们以前呐，等也难忍呐、啊，是好男人呐、啊，他要回去顾家了，所以呀、啊。他绝对哈会烂醉的很少，基本上应该要让他们赶快回家。那个凌晨啊还在外面喝的，你尽量抓，帮助他们顾家，把这些男人赶回家。这个本席与双手赞成。基本上烟毒万要乐戒，但是患了酒瘾的，那也是生病了。结果我们的处理不是这样，是裁罚，无劳役，裁罚，罚金。卖烟毒贩的，卖烟毒的，卖给人家的，基本上他是犯罪的行为，这些人要抓去关。结果公卖局啊，制造这些让人民犯罪的东西，贩卖这些让人民犯罪的东西，公卖局不用抓去关，这个什么法律啊？特别是抓酒驾的执法单位，理论上应该是交通队，他维护交通，所以你行车啊，有那种这个行车那种酒驾的行为，交通队去抓，我认为这个都合理。但是不是全花莲县的警察人员统统来抓酒驾，统统来开单？我想哦，一直强调这个警察是人民的保姆，管区派出所的这些民警啊，特别是要跟民众结合在一起，特别要这个所谓的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大家要这个亲民爱民，结果你在辖区里面不好意思，因为上面要求要开红单，不好意思在辖区里面开，就越区去开，一来外哭，外来你也哭，也不会得罪到这个社区的民众。问题是，这个大家心知肚明啊，上面要求基层开单，因为这样的原因而造成基层民警他们的勤务更多了。为了要开单，还偷偷摸摸的在开单，啊，偷偷摸摸的在抓，想何必这样嘛？对吧？警察是执法人员，你偷偷摸摸的行为变成跟小偷有什么两样？所以啊，这个好不容易一个女性的局长来到花莲，我想应该要有新的作为。所有的民警如果要抓酒驾，我想应该要回归到交通队，其他的去做你们人民保姆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啊，跟民众的关系搞好，我想我们的治安一定会更好啊、哦！谢谢。苏宗亮议员，大会主席张会长，警察局跟消防局的局长跟他的团队，还有我们。议员女士，还有新闻媒体，大家平安。花莲之虎，治安平顺。历史性的一刻，花莲县警察局局长首任女性。我们警察局局长上到这几个月，他用他的爱心跟关心，让远景的士气大振，勤务方面都能够按照勤务来执行正常。
严谨的生活跟家庭都已经受到温暖，这个就是我们局长这几个月里面的一个关心跟爱心哈。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我们警察局局长，这几个月以来，我们严谨所有的需求都能够顺利的给予满足的一个答复。在这里特别跟我们所有的同仁哈，警察同仁跟局长说声谢谢。有件事情呢，就跟局长在交换意见里面哈，这个做一个说明哈。因为我是卓溪乡的三警的大队长哈，有一项啊，就是我们有个交换意见哈，一年里面常年训练有两次。一年一次，也有参访啊，三天两夜啊，这个方案的哈。一年的常年训练两次，那个是按照正常在一定要去执行，但是我在这里跟警察局哈做一个沟通跟协调，参访这个区块，我想说这个训练哦，不要说去参访，纳入到哪里呢？每一年，尤其是我们三警，这个参访纳入到哪里？我们要拿去山上做一个求生跟包含一些救难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到哈，所以乡每一年都发生善难的时候，都必须要找我们卓溪乡当地的三警去执行，好去背这个尸体等等。有一些我们三警是新手，当他出勤的时候呢，有一些是没有经过训练，于是他对这个任务很多都没有达成。所以我是站在一个队长的立场来讲，三天两夜这个取消，作为什么？我们善难的一个训练啊，就是到我们，因为我们那个卓溪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场地，就是我们清水农场。因为每一次要去救山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经过南安步道跟包含清水农场这条路，所以必须要除了了解就是这个了解这个背这个山难这个案子之外，好，我们三警要熟悉要如何去对这个救灾的这个工作哈，这个要件能够说体会到这个区块，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说能不能说先商量？我前年跟去年我带了三天两夜的时候，我因为对面的单位啊，县市啊，就说好像是没有警察局跟分局陪同我们下去，而于是这个三天两夜这个参访呢，一点效果都没有。是归零的，啊，这个是跟警察局哈，这个做一个商讨。好，其次就是我在义理分局有谈到有一句话，我们严谨在服勤务的时候，希望是用智慧来执行勤务，不要莽撞的来执行勤务，跟齐地这个区块，为什么？如果说你是用莽撞的，而是没有用智慧去处理各项的一个执行勤务的时候，会带给我们警察局所有长官跟我们民意代表的一个不方便。所以这个区块哈，能够说我们严谨最好是用智慧。你看我们局长哈，听说一上来，他的政策一直在调整啊。听说在部落里面不能有严谨在执行勤务。必须要有一个县道跟省道交叉路口，以及重要的要道来执行勤务还是路检，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政策。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局长，你这个新的政策有一个创新的思维哦，真的欢迎你来我们花莲县当局长。好，谢谢警察局局长。第二个是我跟一件而已了哈，那个跟消防局局长沟通哈。每一年在新的补充这个队员之后，希望他能够做一个辖区里面的一个认识
就像我们派出所一样，我们派出所有警区警员，他警区警员他的管辖内他最了解，那个人副长是谁，那一条路是什么，那一项是什么，他最了解，那当然是我们消防局队员哦，这个区块也要让新的队员也要了解，万一说有一条路或者哪一项哪一弄发生各种的一个火警的时候，好报案说我哪一条巷哪一个弄哪一条路，这个队员还不知道，他还去问别人说这个救火的时间就已经拉长了。以上在这里，这里做一个交换意见的一个议题。好，以上谢谢。以下副议员，谢谢主席，简单扼要来做说明啊。两处的局委所长，各位同仁，新闻媒体，大家好。首先向这个消防局来请教，你的工作报告里面写得非常清楚，危险物品管理。那我在部落里面绕了，有很多瓦斯店啊，瓦斯店是开在我们居住很多的地方。那本席当中建议啊，安全非常重要。因为曾经有邻居的乡亲跟我陈述，安全把关好一点，否则的话不堪设想。第二点，警察局的部分，那我在这边做说明。12月是我们北区原住民一年一季的捕鸟季，捕鸟季就是历史有历史哈。那本席在这边建议，我们的各派出所分起，不要去挪用你的权力，去把我们这些捕捉害鸟的个乡民，把他带到派出所去。因为就捕捉害鸟是要祭拜我们的祖先呐、啊，我们恳求我们的派出所啊警察局的部分来智慧给我们各派出所，不要因为我们带公文呐、啊，带公文过去去捕捉害鸟啊。再来一点，现在猪肉生了，越多。等一下，大会报告，欢迎富里乡顺安宫一行37人至本会参访，请大家热烈掌声以示欢迎。好，音乐。好。第二点，猪肉生越来越多，这学生为什么不去上学？原因？家庭破碎，没有人去管他。单亲母亲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失业率很高，所以没有办法去照顾这个家，因此夫妻就离婚了，造成母亲要带孩子。带孩子年纪还小，母亲没办法去就业，所以有很多已经成长的年轻人不想到学校去，造成了我们社会的定时炸弹。所以本席在这边希望我们派出所也好，分局也好，要重视中作生他的动向啊，他的动向非常重要。前阵子我们杨议员有讲，现在很多学校的学生啊染头发，一放学下去他不晓得是不是学生还是这个中作生，非常的危险。所以本席在这边用这样的时间来跟我们贵单位啊来做这样的双向这个警示，希望这三点等一下时间够的话就书面报告啊，口头报告，没有的话就书面报告。以上谢谢。你不是议员。谢谢主席啊、哦、这个警察局跟消防局呢是跟民众最密切有关的一个局处，而且工作量非常大。我相信哦，你们其实在面对民众的时候是比其他局处来更频繁哦。因此呢，在面对群众的时候，那个态度或者是有一些需要比较缓和的部分，其实应该要多加训练啦。那在这边呢，有几个问题要请教警察局。就是刚才局长报告的时候说，你的那个监视器啊，每月一次抽查妥善率是97%哦。
那我在第三次定期大会的时候曾经提案过，建请警察局呢这个总体检你全线的监视器。那警察局的回复是即报即修，三日内一定会完成修复。但是从去年到今年呢，本席在做选民服务案件的时候要调监视器的时候呢，回复都是不好意思，一做监视器坏掉了哈，没有办法调内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目前哦，到底各乡镇村里的监视器全线大概有多少支？那你到底坏掉的有多少支？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个村落哈，有一个村落，它的监视器镜头哦，就一条街而已。那监视器镜头八支，六支就坏掉了。那六支坏掉，你说你的妥善率是97%，我对这个数字哦有点怀疑。所以呢，八支有六支坏掉，然后问他，他就说啊、没有钱修，没有办法。所以既然局长认为监视器对你的破案或者是你的案件侦查非常重要的话，这个部分要特别重视哈。那另外呢，这个交通违规的稽查成绩斐然呐、你光是四到八月呢，就是64004件。好，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六万多件里面，县库收入到大概有多少？那按照比例呢，我这样算了一下，你一年大概可以开单开10几万件啊，十几万件哈。那你超速的部分大概是26913件。那我在这边是建议啦，刚刚王彦敏也在讲啊，说他是常常被开单，因为他要开会，南北狭长，有时候时间的关系，他就不小心超速。所以呢，在台九线上，是不是分区段你的速线？是不是要做调整？有些地方怎么才50公里而已哈，60公里而已。其实有一些路段它并没有那么多交叉路口的时候，我的速线调整，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啦。还有老问题哦，就是现在小孩子呢，连国小生啊，可能父母宠爱都要骑那个电动脚踏车或电动自行车，可是我们完全不遵守交通规则，也不戴安全帽，其实造成很多用路人的危险。他要转弯，他就转弯欸。那你怎么样跟学校来做合作，来做宣导？甚至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任何的罚则？好、哦，是不是请警察局来报告一下？还有就是少年帮派的部分哦。本席认为呢，因为那报告的数字，我真的有高度的怀疑啦。就说其实近年来是有增加的趋势。那朋友啊，国中生啊，他可能在学校里面制服穿着在后门，就大家住在一起了。大家住在一起的，聚众就胆子大了，就做坏事了。所以这个部分你怎么跟教育处或社会处来做合作？是少年队这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预防的方式？还有就是昨天哦，教育处在报告的时候，很多议员都在关心小朋友吸毒的问题。目前呢，吸毒的年龄大概下降到12.5岁啊，12.5岁什么样的年纪呢？可能国小六年级跟国中生的这样的年纪啊。因为啊，你去查所有的这个医疗院所，现在20岁上下哦，包尿布的年轻人很多啊，要拉 K， 那个肾。一旦他的膀胱哈、损失的时候，那是没有办法回复的，所以他20岁的时候就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赤裸裸的，如果你拉开的后果会怎么样？你是跟教育处合作，就是你拉开以后，你可能拉个3年5年，你就变这个样子。在国中生的时候、高中生的时候，你要给他做宣导，就跟他讲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要不然他都不晓得那个拉开的后果到底是如何。那教育处对这个东西是无计可施，因为他没有什么公权力，所以你怎么样从源头去查这药头？刚才在局长的报告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因为呢，你只有说大麻哈，大麻查是几件，大麻比较贵嘛，大麻比较贵，当然是成人有经济能力的人才会去使用嘛。这个拉 K 那么便宜，对不对？小朋友怎么可以接触到这个东西呢？表示它渗透校园的速度是比你们想象还要快，所以怎么样抓到那个药头才是最重要的哈。那其实很多部分哈 ，K 大概都是从感冒药来提炼的。感冒药它基本上是一个管制药品，所以你是不是要跟卫生局来合作？就是说，这个药局它可能进3箱5箱，那个药局3箱5箱，可是有些药局很没有良心，它就收购药局里面所有的，等于是几百箱。一个药局为什么要几百箱的感冒药？是不是要跟卫生局来做合作啊？我还是认为哦，要从源头来做起啦。以上，谢谢。是乾隆议员，好，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张会长，还有两位局长，还有在座的科长，还有今天与会的议员同仁先进，还有与会的记者先理事大家早。那针对我们警察局的部分，那本席这边有几点来跟我们局长来沟通一下，还是请我们局长来协助。那刚刚很多议员有提到校园毒品的部分，我想校园毒品的部分，当然我们教育处也是非常很用心的再来宣导再来规范。
可是毕竟学校来处理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直接。我想要拜托机长，就是说在我们横向联系的部分，只要我们学校有办任何大型的活动，我希望我们警察局可以派专人到现场去协助，还是到现场去关于我们防堵的宣传的部分，来适度的教育我们未来的一个主人翁。那目前台面上吸毒的都是上了年纪，那小朋友他们不懂好奇，所以说他们会因为交了不良的朋友，所以去碰毒这个部分。我想教育是从小扎根哈，这一部分要请我们机长多来协助。那还有就是说，去年我们也看到我们外县市因为小朋友路过而被有精神上有问题的人发生了一个砍头一个事件哦。我上一次我有建议我们江局长了吼，我们警力我们严警都非常的辛苦，当然守护我们的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本席予以肯定了吼。那我是希望我们勤务可以适度的调整，就是早上在我们国中小学生上学那段时间，就是早上七点到八点那段时间，尽量在我们学校附近加强巡逻，来保护我们的小朋友的上下学的安全。第一是保护他，第二如果有状况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可以赶到现场哦。这个可能勤务方面还请局长多多的去规划一下。还有我们的严谨的礼貌的部分哦。我们花莲县是一个很善良一个县市啦，那我们的百姓搞不好一辈子都没有到警察局，也没有到一辈子到我们派出所，遇到警察可能就会担心害怕。那在第一时间有问题，当然会打电话给我们各级的民意代表。我是希望我们的廖局长也可以跟我们江局长一样落实交代我们的严警，只要在第一时间啊，不管是议员代表村长打电话到现场，请他们一定要接电话，这个是一个礼貌哦，不能说百姓遇到有问题打电话给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打电话去了解，结果当事的严警都不接电话，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礼貌。我们民意代表一定不会叫我们的执勤的同仁做违法的事，我们是要给我们的百姓让他安心，我们的严警处理事情是很公平的，一切都是依法办理哦。所以这部分还是要请我严警礼貌上一定要做到吼。还有我们处理酒驾的部分呐吼，当然很多议员也在关心吼。当然取缔酒驾是我们的业务工作业务之一，可是也不能着重于我们严警都摆在取缔酒驾，防范未来也部分要做啊，烟毒犯的那个查也是要处理啊，不能把我们整个警力都投入在取缔酒驾。我说这方面齁要适度的检讨齁。那再来齁，当然喝酒骑车开车就不对，那当然他违背了我们法律，我们当然是照规定来处理。可是到我们的派出所他也是有人权啊，到了我们派出所手铐铐着脚铐铐着，比那个杀人犯的待遇我想象是不对的啦。适度的我们都可以接受，你不要脚铐也上了，手铐也上了，他到底是犯了哪一个法，我想这样是有点过当了吼。还有安全帽的取缔吼，本席之前有提到吼，在农村的街道巷道里面，在农村里面吼，田道上面田路上面吼，农民因为他要工作，所以他带着斗笠，甚至于说可能斗笠没有他戴，就没有戴安全帽。那我们严谨取缔，当然规定是骑摩托车就是要戴安全帽，可是要适度的看场合看地点，在农路上适度放宽一点，不要为了一个安全帽取缔追到人家家里。刚才一眼同仁先前有讲，为了一顶安全帽没有戴，你把追到人家家里面去，那万一路程上又发生车祸，就像刚才一眼所提的，一个女警那么优秀的女警为了取缔酒驾开车去追，让了她年轻的一个生命，就因为她的执勤她的认真度
而让他 家里的父母亲产生一辈子的痛，我想这一部分也是要适度的检讨。还有我们烟毒犯的部分，我们烟毒犯的部分都因为他吸毒，他吸毒他的经济来源就是跟父母亲拿，要不然就是说家里可以变卖了，要不然就去偷。那我们很多都列管的，他现在已经让我们一般的回来了，到家庭里面了。我是希望我们警察单位也是要去列管，平常去跟他列管去了解一下，让他适度的有所警惕，不要因为我们没有适度去规范他，让他又 想起了说他的毒品的需求，所以说他去偷去抢，还是适度的要等一等规范。那再来齁，接着我们农历年就到了啦齁，在这边我要感谢我们吉安分局齁，我们分局长跟副分局长齁，因为前一阵子我们吉安将齁也农产品也很多宵小芋头的部分齁，可能价钱高啦齁，那价钱高可能其实宵小认为那个有利润，那就利用夜间去偷采芋头。我想在这边还是要拜托我们的局长齁广为宣传齁，年节快到了，况且现在农产品也都价格都蛮高的，我是希望可以加强在我们农间加强巡逻。那上一次第一时间我跟我们副分局长讲，副分局长很协助，我是这样建议他啦，在我们田间巡逻的时候，也包括我们巡守队，我们可以停下来，可以用那高探照灯，高亮度的探照灯在田间里面扫射一下，让有心人士看到我们警方在这一方面有特别的加强，让他们不会有认为说，晚上反正我就一部小货车开过来，三五个人下车，车子开走，电话通知你再来，你再来现场接我，很快就达到他们所要的。我想说这一部分还是请我们局长加强交代一下，在农间加强的一个巡逻，加强的一个探照灯一个扫射，让我们的农民一年辛苦的农产品不会因为我们的价钱高萧条的介入而影响到他们的农产品的一个收入了。这个是针对我们警察局的部分。那还有了消防局的部分，刚才我们游议员所讲的那个游美游议员所讲，我也有感而发了。我想我们的民意代表是关心地方，关心地方事，那如果不适当的关心跟关切的话，我想局长你还是要适度的要说清楚讲明白。好，以上两点，谢谢。潘副民演大会主席，我们张副议长赖秘书长以及消防局警察局的两位局长及科室主管还有我们媒体记者，各位同事大家早安。包括我们来自我们富里乡我们圣安宫的富里的乡亲，大家好。我想这边大概要先跟我们消防局跟这个警察局共同的问题也就是本席在五月份的时候特别要求县长，那么针对这个所谓的以示全选的这个部分保障我们执勤的工作人员的这个生命安全这个部分消防局应该是比较从你们的这个回复里面应该是比较健全的但是我们警察局这里呢，可能是因为所有的勤务车要作为这个以示全险的这个，大概牵涉到非常多的经费。那么我想刚刚看到警察局局长工作报告还特别提到，我们这个酒驾有6万多件，这个违规的案件有6万多件，这些预算是不是可以统筹一下？把这些必须要执勤的，刚刚我们几位议员同仁也特别提到，这个实施这个拦检的时候这个我们严谨的生命安全也必须要稍微去兼顾到，所以说这个保险的部分仍然是不足。那我今天还要讲我们南区的警员里面甚至现在有83年次的这个巡官来兼任这个所谓的分驻所的所长等等，这个工作坦白讲是非常的沉重因为经验上也好，或者说是他刚刚出社会，你就叫他去接这个所长的这个职务刚好这位所长也高升的了
那么现在来的这些所长都是比较算是资深一点的，大概经验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我也希望说，在这个往后哈，警察局在这个实施这个交通巡查的时候啊，必须要有这个资深的员警配上一个比较之前的哈，刚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能够带着走。所以说我想在廖局长还没来之前，江局长任内啊，就发生了这个我们的警车啊，那么因为这个在执勤的时候啊，可能是超车不当的状况下，让我们这个警察的这个勤务车啊，那受到撞击。那撞击之后还好，生命没有受到太大的危害，但是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啊，哈，这个部分呢、所以是本席啊，那么针对啊这个勤务车，包括这个啊执行这个安检的时候啊，我们希望这个有资深的员警两个人出勤的时候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有经验，带着比较没有经验的哈，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那么我想在这边还特别提到哈，我想今天大家应该在媒体报道上面，所有各大报啊，都针对昨天的事件啊，那么提出了非常多的这个版面哈。那我想这个是我们议会，虽然我们没有参与啊，但是是看到了这个状况哈。我必须要讲哈，不要趁着这个夜黑风高的时候啊出击。对不起啊，不是夜黑风高，而是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多的镜头在捕捉啊这个镜头的时候，我们看到昨天花莲人的表现啊，算是不错的，在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好，可以说引起全国媒体的一个关注。在这个同时哈、我也必须要让我们花莲县所有的乡亲了解，其实在台湾全省里面，真正的东部有机无毒的这些农特产品，我们现在拿到政府的这个所谓的东花基金啊，才正要协助我们的农民啊，来这个得到这个食安的问题，但是却开放日本的核岛这个核安的这个有毒致癌物啊，要开放让它进口。当然我们有权利呐喊，当然有权利要捍卫我们花莲县民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健康啊，当然站出来义正言辞的来讲话，这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在这边可能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廖局长哈，针对这个过程里面啊，那么有不一样的在网络上面啊，看到有做些不实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行为。其实刚刚在会后工作报告完之后，为什么有人要趁着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那么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且还是曾经当过中央级的立委，是不是借这个机会想要求官啊，让今天这样的一个场面啊有一点失控，还不是有点失控，是真正的失控，让我们的这个媒体啊，几乎是各大报、各大所有有线电视，包括电视媒体都已经出来了。看到的是什么？说是议员故意，国民党籍的议员故意啊，在这个场面上面啊，去制造纷扰。事实是在这样子的吗？我想应该还原到一个真相，而是你今天没有官可以做，可能要借这个机会，那么来表现一下自己。在媒体上面让中央执政党看到你在这边表现，可是这种表现是不是民主风度啊？你们都已经执政了，应该更要用透明的方式，更应该要用比较正常的手段，要开放这些核安的这些有致癌物的这些食品到我们台湾来。我们当然有权利讲话，我们当然要捍卫我们花莲县民的权益，更希望请政府啊，也必须要啊，让我们这个东部的这个有机产品啊，让无毒的产品啊，那么行销到我们全台湾省，甚至到世界各国，而不是去开放向日本去交换条件，是不是要换谁去干什么干什么的，然后来换取这样的一个牺牲掉我们全民的利益。那我想我在这边哈，还是再一次的啊，期盼我们廖局长哈，恐怕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收证啊，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我在这边因见不言的，也就是说太阳花事件哈，恐怕是局长必须要审慎来处理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恐怕引起的风暴绝对不仅仅于此哈。我们再过两天啊就要总质询了，所以我想请这个局长啊，针对这件事情恐怕有必要啊好好来做这些事后的一些检讨。那么以上是本席的意见，谢谢。何吕台议员。哎，大会主席张副议长，两级的局长、副局长、各科室的主管，
两位的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今天这个意见交换了、特别本席想要跟两局啊来沟通啊，我想各位说你的薪水啊，都是纳税人的薪水，勇于认识，勇于负责。当一个警察，除了是人民的保姆以外啊，最重要的，处事要圆融，要公平。像廖局长，花莲县有五个分局，针对刑事案件，挖掘到其他的分局啊，其他四个分局对刑事案件并没有脚铐、手铐，甚至中间还连一条铁链。请问，我们花莲县的警察、花莲分局，针对刑事案件，怎么可以把手铐、脚铐加上一条链子，把人都弄在那个地方？我想在法院，包括地检署、包括警政署、包括法务部，也不允许有这种状况发生。是在你管辖之内，花莲分局发生这个事情。局长，你大概可能不晓得，啊？花莲人啊，难道是让你们这些外地来的所谓的高官来欺负的吗？人情何在？所以花莲分局长李方典，今天特别准备两个鸡蛋要送给你，我不会丢。那你过来，我送给你。下一次我但请你花莲分局过来。做事情你做什么啊？你欺负花莲欺成这个样子啊？你是谁的薪水？哎，过来，我送你两个蛋，这是生蛋，回去好好自己检讨一下，好不好？这个丢了鸡蛋你啊，我想大家于心不忍，还要扫地要花钱，现在财政那么困难，那送这两个鸡蛋代表什么意义？你要回去好好的检讨。做事情啊，认真一点啊！你的钱是花的人民的钱啊，纳税人的钱啊，全国纳税人的钱啊，你保护谁啊？欺负花莲人欺负到这个程度，啊！昨天的表现，你认为你表现很好吗？到底在保护谁？你在维护谁啊？从你上任到花莲分局来。投诉声不断，包括你们县府高层对你也有意见。啊，你在维护群众运动的时候，到底在偏袒哪里啊？你怎么可以对这些刑事案件，包括酒驾等等方面的，你们都会去给他上手铐、脚铐？不够，中央拉一条链子，你这么直接冲上。你们现在都只抓酒驾，毒品呢泛滥，因为抓酒驾的绩效特别好，特别快，几个家长马上就上来了，一夜可以抓几个。这些毒品呢、那么泛滥，还要监禁，还要跟监，花了半年，抓了一个毒品的案件，可能细讲也没那么多，所以要跟廖局长您说啊，处罚赏罚要分明。而且还固定，辖区派出所一个月要缴多少案件上来，或者处罚，这是在做什么？你们的监视系统，刚刚很多议员在讲，我本来不太想讲这个东西，但是今天我发言了，你也知道我在议会难得发言，不想发言。你查查看你们前花莲县的监视系统装的品质如何？检调单位要介入。摄影机抓出来有发生窃盗或是任何刑事地的案件，或是 A1 等等其他案件，摄影机里面是看不到车牌，甚至是什么都看不懂的，白板了一遍。当新装不久的监视，一个监视系统五万几块，哦，六万几块骗笑。阮家咧装嘛五万块，装几处跟装十外机。为什么要把钱花在这个？
我们议员的建议为什么把钱花到这个地方？民众的需要，可是呢品质低落。议长，你要去了解一下。所以今天语重心长啊，要跟两级的我们各市的主管了、啊，你们大家都很辛苦，我们都看在眼里。绿化力量靠后者，我想消防局这点做得非常好啊，怕会救灾了，你们都一马当先啊，我们都非常的认同。我想警察同仁也很辛苦，尤其是昨天的警察非常的辛苦，我们很认同。局长，你也去明天呐、啊，或是今天有空。幕僚把昨天的录影带调，好好的研究警察到底在保护谁，是在维持吗？还是保护上级的长官？我们不是报名哎，谁是报名啊？啊？你们到底在保护谁啊？这个会议，一个会议室里面警察比民众还多，还限制民众进来，什么民主社会啊？你们昨天警察在一楼的时候限制。但民众不能够入场，这种公听会，林局长，你去了解一下，你哪里走啊？啊？我想这些意见啊，给局长、贵局啊一些参考，好不好？谢谢。林淑珍议员，先喝口水。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张俊副议长，两个科室的主管长官，我们议会的与会同仁跟我们的媒体记者，淑珍自己的哥哥也是警员跟我们的林文瑞局长，还有我们的江通成督察长，都是过去的同事跟同学。本来觉得自己身为一个警察的家人。所以呢，非常的体恤我们的警察，在我们廖局长上任之后，非常欣喜我们花莲县议这个警察局来了一位非常棒的女的警察局局长，高期待。在吉安也来了一个全国非常独特原住民的原警。因为淑珍跟原住民是非常好的好朋友，我喜欢原住民的好朋友。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让本席觉得女生的爱心没有呈现，原住民我们高期待的分局长也辜负了期待。这么讲，9月15号23点在花莲。吉安乡发生了一个学生被殴打，一个妈妈一个月后很无助的在我们吉安乡公所跟吉安乡民代表会前面徘徊，非常无助。主任看到了一个单亲孤独的原住民妇女在那边流眼泪，我上去盘查，问她到底什么时候要帮忙。10月25日。本席拿了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来拜托我们侦查队启动侦查，我体恤派出所没有侦查的专业，对这个被殴打7-8个青少年打一个年轻人，一直到10月25号造成他失觉失调症在805住院。10月25号非常遗憾没有得到答案，所以我11月1号接到这个妈妈非常伤心的电话，告诉我说孩子被打到脑震荡，左眼已经视力模糊。11月1号，局长可能记得，我这48年来最生气的一天，一天局长接了我2通的电话。11月1号打了电话，11月7号。局长带着副局长跟分局长来到议会，告诉我要认真处理。到昨天晚上，请问警察局给我什么答案？我今天早上特别打电话给我们的当事人的妈妈，由星期一
因为本席要上议会了，所以呢有带去做了笔录。你们告诉我，没有做笔录、没有伤害的事实举证，家长没有提出伤害告诉，没有办法启动侦查。试问啊，试问，请问一个单亲妇女，一个特殊家庭，一个原住民妈妈，妈妈本身也有残障手册，他们怎么会去了解我要启动伤害告诉才可以启动侦查呢？这样的一个案子，从9月15、10月25、11月1号到11月7号，到今天11月15号，身为一个警察的家人，我有无数的感慨。人民的保姆成为我们的偶像，在幼稚园里面，在学校里面，我们跟孩子讲，警察叔叔好辛苦，在保护我们，谢谢你们。但是今天一个议员关注的注意的一个特殊的案例，已经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重大的案件了，你们还不置之关怀，情何以堪？如果是一个乡亲，还是在我们的吉安乡代表会跟吉安乡公所前面走100趟，你们都不会关心他，非常难过，非常痛心。第二件事情，警察自己也是人，警察的家属也是人。现在我们的警力不足这么多，我们因为要特别的值班执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同样的警察基层同仁当作是自己的家人？当你们高官坐在上面说一句话，基层员警要在底下坐着流血流汗完成你们的任务，但是我们关心自己的警察家人了没有？主政关怀弱势，协助社会福利推展，难道我们警察的家人里面就没有弱势不需要协助吗？说真的，心里非常的心痛。你们可以不要把淑珍的建议当作一回事，但是你们不可以把基层乡亲的事情当作没看见。今天提出来是一部分，局长，我还会在我咨询的时间跟你探讨警察局。或许你在警察局里面，你不知道基层我们要的是什么，常常让我们的失望落空的感觉是什么？高期待的游淑珍对警察过去是怎么样的？跟大家当作是家人，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样的关怀被忽略了，实在是非常的遗憾。谈到这里，警察局跟消防局有相同的问题。我们警察同仁跟消防同仁都是高危险的工作能力，总是在第一线要救灾救难维护治安。但是因为上次我们水莲的一位我们警消在上班的路程遇到了意外，所以就这样子伤亡哦。看看我们全国也有一个女警英勇的将抓了9架，所以他也这样子壮烈的身亡。但是我很想来告诉我们的两位局长，虽然我们在公保的限制范围底下，我们希望人事处能够来进行研讨，针对我们警察跟警消的人员的意外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碍于公保，所以我们的意外险就没有办法来做补助。我们希望来解套，因为我们所有的义消、义警、我们的巡守、民防跟我们的所有的志工
我们都编列有志工的保险费，所以我们在做服务的时候，我们受着意外险的保障。但是我们的警消跟我们的警察人员却没有，因为你们有公保。但是大家知道吗？因为年资少，所以请你的辅具就非常少。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的警察同仁都非常的年轻，我们的义消、我们的警消人员也都非常的年轻，他们的年资可能 不多也不长，遇到意外事故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他们相对的抚恤。所以这个部分请两位局长要认真的为我们基层的员警跟警消来争取。本期报告这边谢谢。林秋美议员。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副议长，还有我们两个局处的局处长，跟我们所有的一级主管，还有各位议员同仁，还有我们后面媒体先生朋友。针对刚才我们游议员所讲到的学生的暴力事件，我是觉得我也是女孩子哈，因为我们原住民。我想廖局长你要感同身受，为什么我会觉得难过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原住民跟你们的认知不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求助的程序是怎么样。我们今天碰到这样的问题哈，当然我们刚刚调来的何分局长哈，你在吉安乡更要关切我们原住民的议题，因为你本身就是我们原住民之光。原住民在吉安乡是人口最多的地区，可是原住民的事务、原住民的申请求助的部分是非常的不够宣导，也不够去了解。那这个部分警察局是不是更要请各辖区的所长或者是警员到我们辖区内对高风险的家庭，对单亲家庭的孩子，跟我们中辍生的小孩，还有我们隔代教养的小孩，要多去了解，多去关心，多去宣导。碰到这样的问题，坦白讲，隔代教养或者是中辍生的小孩，他们经常会碰到什么？学校的霸凌事件。学校的霸凌事件不知道怎么样来去求助，然后相对的毒品的侵入小朋友，像这样的小孩现在网络非常的畅行哈，小孩子用网络叫，你看我们那个很多一些暴力事件，有所谓的快打啊，有闪电的集团好，就是一通电话，大家集合在什么地方，几秒钟就闪了。我们的警察局的快打部队能够比他们更快吗？你看现在的年轻人的犯罪率，18岁就已经开始了，在学校非常猖狂啊，成为那个诈骗集团，或者是成为那个追讨地下钱庄的一些打手。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警察局更要去关注犯罪下降的部分？我们怎么样来去应应，让我们的小孩子不要接触这样子的事情哈？在这边拜托我们局长，因为你是女性的局长哈，我想你的作为跟施政跟带领是不一样的。好，刚才听到游议员这样子讲，又是在吉安乡发生，身为吉安乡的民意代表真的非常的难过。好，希望局长下去以后更关心，然后更有好的政策来协助学校的反毒事件，尽量来去做看用什么样的筛检的部分、突击的部分、宣导的部分，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再创新一点哈，让小孩子能够接受，也让小孩子知道是说接触了这个毒品以后一生都完蛋了哈。这个部分是我们，我想不只是我在关心，也是我们所有议员的关心，还有针对我们警察的警官那个警官会馆的部分，其实是可以增加收入的哈，吸引我们那个公教人员的那个
国卡的部分哈，来增加我们一点点的警察局的收入哈。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一些那个哈警官会馆的部分？还有针对我们消防的部分哈，其实我们消防局非常的辛苦哈，包山包海。那针对你们的专业训练的部分，我是建议，因为你平常如果不训练，碰到了急难的时候，你的训练不够，你就会生疏，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上次在海边哈，看到那个教练哈，教练是让我觉得他训练好像是在游戏，并不是真正的在训练那个队员哈。是不是可以更加强、更专业的？好，请教练更严格的。好，因为你训练就是等于等同现场一样嘛哈，是不是可以更严格来去让这些队员们哈，在平常就有一个很好的储备，当碰到的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山难、火灾，或者是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应应最好的那个训练呈现。谢谢。徐学议员，谢谢副座，总算轮到我。好，我想两个急处呢，今天是最热门哈。那就教育我们林局长哈，文瑞局长，消防队员的一个装备呢，对于我们的消防队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我想你刚刚里面的设备也相当的有些极前，有些不极前的部分，其实我希望你能够提出来跟我们的县长来做一个报告，或是我们议员这边。我想这个装备呢，如果不是很好，设备不是很好的话，其实对我们的救灾的这些兄弟呢，是一个大打折扣，然后还会伤及自己。我想他首先呢，我们救灾的人员呢，是为了保护别人，但是我希望在救灾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这是最重要的哈。而且琳琅满目这么多抓蛇、抓这个蜜蜂什么的这些，我想这个虎头蜂这些，还有上山下海，尤其是在我们台风的期间，一些登山客，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法则来指定来制服他们，不然他们呢，明知道台风来了，他们还是要登山，造成这个社会的资源的一个浪费。我想这个是对整个社会的形象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局里这边呢，是不是能够跟中央来看如何来修这个法案哦？因为这样子的话，才可以抵制这些你必须登山的这些人员。但是你要登山，也要考虑到天气的一个因后，然后不要造成别人的一个伤亡哈。我想这个部分呢，应该我们这里呢，应该要好好的来做一个检讨。还有就是我们的消防栓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是地下化的？那地下化的呢，是势必是经过我们的，不管是台九线、台十一线、台十一丙，还是台九丙，这些都有。那而且现在新设的房子也相当的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我们局里这边也应该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新设的房子密集的地方，我们也应该要装设这个消防栓，这个然后以防万一。我想这个火灾水灾呢，可以说是无情的哈。那我们是不是如何来做一个应应？然后这个设备呢也要增加，尤其是在傍晚的时间的水量呢一定会减少，一定会减少。那我们要如何去取得这个水量？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重要，而且希望是各乡镇的这个消防队呢，都必须去了解我们的水量跟我们的位置，那救灾起来才会比较快速的能够达到目的哈。这个是消防局的。那警察局这一个区块里面呢，当然我们知道警察的这个手边的这个琐碎的事务也非常的多。那刚才我们很多议员在质疑的就是说，我们的严警里面都是在酒驾，抓酒驾、抓测速，我想这个是好像是我们的通病了哈。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严警呢，这个区块里面没有错，你们要去执行，但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哈。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严警受伤，也不希望我们的民众受伤，所以在你们的这个拿捏呢，应该要更注意、更小心。然后我想长期以来的田省都是这样子的，
那我希望我们各级各处的还有各分局呢，应该要小心，应该要做一个先导，让我们的严谨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我想这个是我们期盼的，也希望因为你们的抓这个酒驾也好，抓这个测速的也好，希望你们在这个抓的同时，希望你们能够安全跟民众的安全都能够顾虑到，这个是我们希望的哈。然后在执行的一个观感，当然也有一些议员提到了跨乡镇啊，跨乡镇去抓，我想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观感啊哈。有的还甚至于从水莲到平和来抓，啊，月美也到平和来抓，我想这个跨区的真的让人家观感不好，而且抓到了呢，势必一定会找我们。但是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观感对于我们百姓来讲，他们都已经走小路了，而且你们甚至于小路当中你们又不开灯，有时候都还马上冲出来的，看到车子来了你们就冲出来，那造成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是产业道路，我觉得这样是不应该的，不应该。还有就是我们红灯左转或右转，红灯右转的部分，那我们被你百姓被你抓到的同时，我希望你们这些严谨，有些都是新的，很多年轻的，人情世故，还有你们在开这个红单的同时，希望你们的言语方面能够亲切一点，让你开的人呢也会觉得很爽，到了这个地方他会更警惕，我就是在这里被某某警察抓到，而且那个警察还对我非常非常的客气，之后还开玩叫我说小心开车，这种种种的，其实这个都自己来做一个调配，自己的应变能力。我想给你开的罚单，他也很乐意。好，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停车的问题，在自学中正路这个部分呢，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心痛的一个地方。虽然道路已经拓宽了，但是必须执行的是单边。单夜停车，双夜双边停车，造成了一些卸货的一个人员呢，最近常常被卷挤，被照到这个违规停车。其实这个我们都乐意来接受，不过呢，我希望我们严谨要开这个红检举单到你这边的时候，你要开这个红单的时候，势必一定要思考一下，这一条路800公尺。那你叫卸货人员是从车站开始停车在车站吗？还是要停到那个东华大学的后门，然后再用自己的那个推车推过来吗？我想这个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下，如果是卸货车，我们应该审慎的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中正路呢，我们也一直期待的一个停车场广停五，一直到现在我们没办法停车，因为现在是台糖的用地被人家租去了，我们没办法要到这一块土地来停车，而且这个是精华的一个地段。虽然在旧都市更新协议，我跟拜托委员把这一块土地呢，我们把它划为停车场跟公有异地地，结果委员都听得下去了，把它划为停车场、广停五、公有异地地，但是我们政府没办法有经费去征收这一块土地，那我们也无奈。最好的一个停车的位置，我们没办法取得，所以会造成这一个区块八百公尺的这个区块里面停车，造成我们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今天为什么要提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民众被卷举了，啊，被卷举也收到罚单了，所以我在这里希望我们的严谨，希望你们能够注意。当然，我们也很高兴。这一位检举达人，让我们的严警呢能够跟我们的警民合作泡茶聊天，我们都很乐意，我们都很感谢。所以这个检举达人呢，也希望他能够看到这一片影片哦，我们咨询的，希望他能够看到，也希望他能够高抬贵手。如果是卸货车，请他不要帮我们检举，谢谢。陈建忠议员。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张副议长、赖秘书长、两局的局长以及一起主管，
各位议员同仁跟媒体记者大家好。利用最后的时间啊，来跟我们这个警察局做一个沟通哦。那第一个啊，我们地理分局的分局长啊，张德勋啊，自从调任到我们地理分局之后啊，表现啊非常的优良啊，对我们社区部落的关系啊，做得非常的好。可足为我们警察的一个表率啊、哦，这边本席予以肯定啊、哦，我们的张副局长。第二个是针对我们基层民警的警务啊、哦，我们局长是不是能够因地制宜啊、哦？不是跟我们乡下啊、哦，应该有所不同啊、哦，因为我听一般基层民警的一个心声啊、哦。这个我们的服务的这个服勤的时间呢非常的长，所以造成很多的啊基层民警呢，这个影响了他们的这个生活品质啊，甚至啊会造成像我们待遇派出所啊一个一线警员的一个暴毙啊，这个也是一个过劳死啊，所以针对这个基层民警的这个勤务啊。能够啊因地制宜来考量，另外还有我们基层民警的这个加班津贴啊跟这个健康检查，是不是能够做个同盘的一个考量啊？这个加班津贴跟这个健康检查啊，是针对我们一般基层民警啊非常重要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会很努力的为我们的老百姓啊做一个服务。那另外一个议题是当很多的议员都在谈酒驾的这个议题啊，确实在我们乡下啊，当然这个酒驾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啊，但是我们很多部落里面啊，因为小喝几杯啊，就在部落里面啊行走，但是也会被我们警察抓到啊。希望对部落里面的这个一些民众啊，能够以劝导为主啊，开灯为辅，除非你是上了大马路，像193线或是台九线啊，这个当然是强力的起地啊。然后第四个是现在我们是农忙时期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农民的农用搬运车啊，在行驶马路上啊能够予以通融，因为只有这一段时间啊，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啊，他们在搬运这些农作物啊，所以很多的这个搬运车是无牌的啊，希望能够我们基层民警啊，我们警察能够啊给他们一个方便，哇！然后最后一个是很早以前就有人在反映我啊，这个关于我们乡下啊的派出所也门的问题啊，一到了深夜。大概十点之后呢，我知道我们警察有值宿的这个勤务，会把铁门全部都关起来啊，就造成我们很多老百姓的一个这个困扰啊。万一有一些案件的发生的话，就是我们到派出所，结果派出所铁门都全部关下来。这边有一个建议是说，我们还是装铁门，但是。是不是用那种网状的啊？网状的铁门也是一个铁门嘛。但是至少啊，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的一些状况啊。所以对于这个铁门，是不是能够予以检讨啊？以上，谢谢。是不是还有议员要补充发言？那我们先请消防局林局长上台就。
游议员的问题、游美议员的问题简单回答。大会主席，我们会长以及我们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以及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有关于有议员关心的我们内部管理的部分，我会再来加强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加强内部控管。第二部分有关于人事的部分，我们里面的同仁每一个几乎都比我小孩子还要小，我想把他们当成像自己的子弟一样来看待。对于我们同仁的种种问题，我都会设身处地的去替他们着想。那我们的人事调动，我们的消防有很大的一个特性，我们消防是团体救灾活动，我们在救灾不是单打独斗的，都是团体救灾。所以有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优先考量的是任务达成的问题。当两方有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当然必须把它分开。今天的人事调动都是基于任务的需求以及当事人的最佳利益考量来做处理，绝对没有任何的民意代表来介入。我们也不希望有民意代表来影响我们的任务遂行。所以说这个部分我要在这里澄清，绝对没有任何的民意代表来介入我们的人事官说。以上报告完毕，谢谢。谢谢局长，局长请回。会后请消防局、警察局就各位议员的问题做详细的书面回答。大会报告下午议程分组审查或收集资料，明天上午九点进行县府卫生局、环境保护局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请相关人员准时出席。散会。